我们继续开会哈，接下来因为那个来有程序发言哈，第一位有廖国栋委员，第二位有郑天才委员。我们在廖国栋委员发言后，程序发言就停止登记。那请廖国栋委员，时间三分钟。所以郑天才委员是会议询问哈。首先我要谢谢主席能够让我有机会来做，我心里面很不愿意讲，很不容易讲出来，但是非讲不可的一些话。昨天本委员会的委员邱毅莹委员公然在国会殿堂，在委员会的质询台上用激进侮辱的用语，或许他不针对谁，但是他明知这个话是针对我跟孔文吉委员，我们在场的两位委员，他竟然用这个最低俗的用语来侮辱本席，已经侮辱到全国的原住民朋友。我个人从小没有父母亲，是一个孤儿，但是整个社会、国家、政府给我非常多的机会，让我从一个最卑贱的也好、最低微的也好，或是最基本的也好，从小一路长大，到念完学校、大学毕业，开始进入整个社会。我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从小接到的教育是，对事情总是站在中立的一个立场，总是用包容的心态来看每一件事情。但是我一直力争上游，不管是在国中毕业考高中、高中毕业考大学、大学毕业服务，甚至也有机会到国会来当国会议员，我力争上游是我应得的。但是昨天这个用语或有其他的说法，但是全台湾2300万的人都知道华纳就是在骂原住民，明明知道，邱毅莹委员还说去看危机，危机有什么好看的，看台湾的闽南语字典最清楚，闽南语字典怎么说，华纳就是原住民了。有谁不知道，在座有谁不知道华纳是讲原住民？有人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就是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当大家都知道的时候，一个国会议员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场域来说这样的话吗？讲完以后居然还说我们有迫害妄想症。我是医生，我非常清楚什么叫做迫害妄想症，就是邱毅莹这个样子，叫做迫害妄想症。我们完全无法接受邱毅莹委员在事后透过脸书来写了简单的几句话就说已经道歉了，大街骂人小巷来道歉。我想我们的赵伟伟哲黄委员黄赵伟，你要站在中立公平的立场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已经宣告我们要送纪律委员会，我们要在 院会提出谴责案，我们还要到法院去提告。如果蔡英文主席不能够出面来解决这个事，再一次为向原住民道歉，这件事情会没完没了。全国各地的原住民都已经向我表达对我们的不够强烈的表达表示不满意，
他们要到总统府来抗议，要到总统府前面好好的听蔡英文总统再次的向原住民道歉，不要嬉皮笑脸的道歉，而是诚心的、真心的从心里面讲出那个道歉。难道蔡英文总统的道歉是假的吗？蔡英文总统所讲的转型正义是假的吗？本席完全无法容忍这样的用语，完全无法接受邱毅莹委员嬉皮笑脸的道歉。我希望民进党党团也必须要跳出来为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向全国原住民道歉，同时要最起码的公平，你们的转型正义必须要表达出来，必须要表现出来，不然原住民要向民进党宣战，你们讲的话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你们讲的话都是骗人的，那个是原住民的用语。所以今天本席要非常沉痛的，在昨天的记者会之后，接到了非常多的原住民的电话，认为我们应该要更强烈的表达。我再次要求民进党的党团必须要处理这件事，这个已经不是纪律委员会的单位可以处理的。我们也要求蔡英文总统必须要为这件事情向原住民再说个清楚。本席在立法院16年，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我想到我小时候，我的邻居都叫我们华纳，从小就在华纳的圈子里面长大。但是多年我们已经几乎忘记了这个用语。我以为台湾的教育环境，台湾的教育基本上是成功的，让我们的族群进一步的融合。但是昨天这一幕、这一席、这一句话已经完全破坏了那个画面，让我们重新回到50年前的状况。所以我相信在这些话说完之后，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平静下来，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包容来看这件事情。但是到现在为止，我的心非常的沉痛，以外也为原住民未来的发展感到悲哀。我们再一次的强调，我们希望执政党民进党讲的话都是真的，道歉也是真的。好，谢谢，谢谢廖委员。接下来会议询问，我们停止这个程序发言跟会议询问登记哈。第一位会议询问是郑天才委员，时间2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各位长，各位官员，昨天经济委员会，我们邱毅莹委员对于我们原住民族严重的歧视，虽然邱毅莹委员后来以维基百科作为一个他的谎言之词，事实上根据维基百科，还番就是指外来，从外面来的。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原住民族是几千年来就在台湾，所以他这个也错了。如果昨天
经济委员会在那个场合没有我们原住民族的立委，如果只有国民党的立委，也许他可以自圆其说，他说是针对国民党，但是有我们原住民族的立委在场，何况他所引用的维基百科，维基百科非常非常的清楚，写明蒋环娜是严重歧视原住民，要避免使用，这个是维基百科非常清楚的载明。中华民国的教育部相关的词典也都写得非常清楚，蒋华纳就是歧视原住民，这个是谁都知道的，全台湾的人都知道，都知道蒋华纳就是歧视原住民，何况在场的就是有原住民的立委。当今年的8月1号，我们蔡总统向原住民族道歉，但是紧接而来的就职大典，或者是后来的相关的这些国庆大典，对原住民族的尊重，我们就看得出来，根本是翻腔走板，而且是对原住民继续的歧视。当我们总统府正在筹备所谓的原住民族转型正义与历史正义委员会即将筹备召开的前夕，竟然我们堂堂国会的立法委员，而且是资深的立法委员，而且也当过客家委员会的副主委，都应该能够谨言慎行才对，但是他竟然也许一开始是脱口而出，但是他事后的澄清说明更是在掩饰他对原住民族的歧视，因此原住民族郑重的向邱莹委员应该要正式的公开向原住民族道歉，也希望我们蔡总统能够要求蔡英委员能够向邱毅莹委员能够向原住民族道歉，谢谢。好，谢谢郑天才委员。接下来请简东明委员会询问，时间2分钟。主席与会人员，昨天交通委员会到屏东去考察草埔隧道，之后又到台东县达仁乡去看一些工程，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非常的顺利，交通部部长亲自也去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并不是我第一个知道有这样的状况发生，而是我们的乡亲，屏东的原住民的乡亲，包括台东原住民的乡亲跟我做了这样的反应，说昨天立法院有这样歧视我们原住民的这种言辞的发生，我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痛心，他们要我务必一定要转达对这样的歧视的言辞一个严重的抗议所以昨天虽然是整个过程当中我是不了解但是经过这样的让我们所有原住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大家都共同谴责到目前为止已经经过了400多年，我们这样的相处还有着这样的状况发生。实际上我们从小时候像我读小学就在平地读书，当时还不会讲闽南话的时候当然都会被歧视为华纳格雷亚，这是我们最痛苦的一件事情，等到我们会讲闽南话做这样的沟通之后，
这家底人，这自己人。所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啊，大家都是非常的融洽，这样和谐的在一起，同时这样的歧视也慢慢的消失的过程当中，没有想到我们在国会殿堂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啊。所以今天是代表我们昨天所碰到的所有原住民乡亲啊，有这样的这种抗争的声音，把我们个人听到这样的状况之后，我们也是觉得不可思议了哦。啊，希望我们委员会也好，包括我们立法院也好，都能够慎重的来处置啊这样的问题啊。谢谢。现在请高金淑美委员会议询问，时间两分钟。谢谢主席哈，在这边呢，可以让我们原住民立法委员，本席其实昨天也在这个现场，后来我离开了之后，在办公室看到了我们美女立委在这边说的那句话，我不敢相信我耳朵听到的，这个是我朋友意淫嘴巴里面讲出来的。其实从蔡英文总统的道歉，一直到国庆大典的阿萨布鲁，一直到在立法院的委员会里面用这么样的歧视性的语言来针对这件事情，我可以相信意淫他是无心的脱口而出。事实上我更在意的是事后，我认为一句道歉有这么困难吗？他事后说维基百科，事后说原住民是妄想，被迫妄想症。我这边必须要提醒一下，今天我们如果在立法院不分党派不处理这些事情的话，以后的问题会更多。尤其在民进党朋友，我觉得现在有那么多的事情，不管是劳工的问题，不管是核食品的开放，不管是现在对于原住民歧视的语言，如果民进党的朋友或者是蔡英文总统，你们还不惊觉自己的错误的话，不要忘记南韩的例子。其实蔡英文总统你们执政才不过半年而已，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民怨？你们是必须要谦虚再谦虚的好好思考，你们已经离人民太远了。如果不再听到人民的声音，我相信人民把你推上去也会把你拉下来。我非常谢谢无党联，我是非常谢谢亲民党的党团也愿意支持是非对错还有普世价值。我相信蔡英文总统为什么会跟原住民道歉，原因是转型正义是跟国际接轨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我希望蔡英文你的道歉不是表面的道歉，不是想要跟国际接轨的普世价值，而真正要落实在你自己的党团里面。所以我真的在这边奉劝民进党的朋友们，对这件事情要勇敢的承认犯错道歉。道歉有这么困难吗？不困难。这是最好的一个教我们社会，也许是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非常的清楚，认错了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做错的事情还在硬凹。我想我在这边诚心的呼吁意淫还有民进党的朋友，请你们真的公开道歉。如果不要的话，我会建议在立法院我们要形成一个共识，看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以上，谢谢。好，谢谢高金淑美委员的会议询问。接下来我们开始协商，今天经济委员会继续预算审查，我们开始协商第二本，这个农委会林务局的部分。那请我们现在开始哈，请主委过来。好，我们开始。
你们安尼啦，离散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农委会林务局，好，我们现在开始。昨天都宣读过了，我们现在进行第230案税入的部分，税入1900有提案，原列数1950，那张立善委员增列10%，来请各位委员表示意见。那林务局说明。报告委员、主席还有报告委员，我们那个税入的部分所说的这个航照的这个使用费，因为这几年随着网络上面这个地球影像的这个增加，所以很多民众直接去购买我们的这个影像的这个需求减少，那只有需要在一些很确定要证明说早期的地形地物的时候才，所以它的需求量是降低的。那所以我们希望说这部分呢，是不是能够不要有这么大幅的这个增加？好，因为现在的来源比较多元。主席，你要从哪里看到哪里？230案。230案。航社图资的那个部分。第一本啊，第二本的第一个案啊，请看最左边那一排就序号，序号230。1950万年呐、啊。230到第几案？没有税入，这只有一案。我也一起税、好了，照原列数啊。好，那如果这样子，我们照原列数哈。啊，我们照原列数。接下来税出部分，231案到第241案都是第二幕的部分，整个的通案哈。通案的部第二幕的整个通案呢、231整个林务局的通案，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处理哈。我们处理，先处理其他的各目，如果各目都没有删减的话，再回来通案。如果各目有删减的话，通案就过了哈。那我们处理242至246，好，第一幕的部分哈，来，请各位第一幕的部分的第一分项。主席，你怎么跳那么快？他把那个收入的部分都还没解释呢。没有了，他从242开始嘛。241的部分，嘿，税入我刚刚有征询呢、啊。哎啦，税入都无意见啦，那这样子税出，因为林务局刚刚有提出说。哎啦，今嘛税出啊。我刚有征询呢。好，我们处理242到246。好，税出的部分，请各位委员表述意见。你们那个4000多万，你们森林及生物多样性在做些什么？我们这边是有一些很重要跟森林生态还有这个生物多样性监测相关的这个研究。监测哪一些？比如说呢？比如说是这个，像最近这个台南的草鸮，就是李安导演所说的这个影城，那个东方草鸮，它就是很稀有的。所以你这个就是做草鸮嘛，哈。草鸮是其中之一。还有什么？还有一些淡水鱼的富裕的这个计划。在哪里？同样在这个项目之下。也是在台南的哟。没有，这是全台湾的。我们的那个草鸮，它也是针对全台湾的。草鸮就对了。草鸮。一种猫头鹰啊。淡水鱼呢？也是全国，我们针对一些濒临绝种的淡水鱼来进行调查，还有复育，所以这个都是对我们本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重要。好，另外你的奖补助呢？来，请说明。报告委员，我们的所执行的这个奖补助的计划，主要是针对全球的气候的变迁、温室的效应所进行的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还有生态环境保育监测，以及人工林要用几个方案出去，2000多万嘛？是，有十几个计划，已经有定了嘛？对不对？对对，而且这是延续性的。好，来这里我支持高志鹏啦，减列1000万。啊，你们看高志鹏怎么讲啊？来，请说明。减列1000万，请问这个是因为这是延续性的，而且这是非常重要的，
延续性，对对对，补资料来吧。对，这总共好好，我们再补资料。啊，高志鹏让他讲一下吧，不然他为什么会写要减列1000万？要尊重一下。有啊，邱志伟要动5%。高委员，高委员刚刚离开。哎呀。但是我补充一下，因为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是林业未来的一个方向，因为事实上林业并不是只是只有生产而已，然后它适合做怎么样子的维护，然后我们要维持什么样的台湾环境，因为台湾的高山非常多，所以我建议这个项目可以不用删了，因为坦白讲研究经费也不多了。你讲的比他们好，你比较适合做。真的不多，平均一个计划大概就200多万而已。这是延续性的预算。延续性的。对，所以我觉得延续性的预算的话，这是一个张三，所以高委员既然不在来讲的话，我想那请问本委员会，我就要帮他做决定了，好不好？就照原列数了。照原列数。照原列数，好，谢谢。第一年给你们做了，做不好明年就知道了哈。好，谢谢。我问你一个机长，我一个比较细的哈。是。像现在的林业试验所哈。像讲，像嘉义吼，嘉义只有一个，嘉义关中埔还有一个嘛，是不是？中埔，啊，来，我问你，中埔，来，我问中埔迄个试验所这样是咧做啥物？这个要请林试所来，来，简单讲一下，赶快。那是林试所。没有，今天做审查预算，我们就没有机会问了。来，是是，甲委员报告，中埔即马原来中埔伫分水迄边有千外家，已经。20年前向南困变槟榔已经献予迄个国有财产署，所以即马中部分所其实伊个办公室伫嘉义市，伊管嘉义树木园，啊甲四湖的海岸植物园。我现在问的还是中埔云水温水，温水，即个企业是迄个。他即马存事业所，即几啊百家呢？我印象。无，遐即马存30几家。即摆阮咧做迄个基因改造林木的隔离线，即拢交国有财产署啊，拢互国有财产署嘿。哦，啊，剩30几家。对。啊，现在创啊？即摆咧做迄个咱的基因改造林木的隔离试验田区，啊，甲做一挂育苗的苗圃。哎，迄个即摆剩几所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林业试验所哦，现在都围起来吼，跟社会都好像隔离。哎，因为迄个基因改造的物件，接触基因改造的物件，唔敢乌白，唔敢红仔啊，嘿，唔是唔敢红仔，唔敢红乌白入去啦，其他物件炸出来，迄基改的物件吼，比较敏感。咱会呢的迄个政策就是讲积极研究啊，有效管理。如果以后要做的时候，这个积极研究是不是应该改变？我们现在就。问一下一定的程度，是所长是要那个你们的研究有没有朝向食品化？没有哈，因为林木的东西是不当食品化，而且也不会在国内用了。啊，主要呢，主要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研究将来就是到中南半岛去投资造林。譬如讲 ，Hinoki 一年的让修行，不是，咱即摆主要是做一个桉树、尤卡利哈。我是比如啦。哦，比如，哎啦，经济用的啦。那原生树种我们现在不敢做了，所以你们还是把林业当成是一个产业了哈。林业还是产业啊，所以现在就是以产业的方向在研究了哈。云水那一块是以产业为主了。哎，苏委员，好，这么想来拜托局长哈，现在既然农委会有在推生物碳哈，那林业就比如说海拔某一种海拔的高度的话，就请林务局这边也积极了，好不好？好，积极的话，跟农委会现在在推的生物碳要大声一点，好不好？哎，啊，你可不大声。好 ，OK。好，有啦，好了，我们有在对朝向这个方向。啊，过来哈，过来的是讲海边哦，海边这边的话，红树林哦，我觉得林务局这边的话，是不是也积极协助一下？啊，你们就主动找地点，好不好？好，因为在海边要种树的话，本来就不容易种，所以你们是不是也积极找地点？然后这样，哎，这是刚才我过来跟您个讲这样的，好不好？谢谢，哎，局长啊，有德为令，你德为令进红树林，你们有没有在积极抚育？好，如果各位委员可以接受的话，我们这个第一幕就照原列数哈。哎，收进来。那第二幕，来，等一下，你们这个产业的部分，你们有没有再去？重新检讨一下你们的方向呢，我有没有那个必要性？你要到中南半岛去投资，人家给不给你投资啊？你这种东西会不会崩了一身都秋？这个研究啊，没有牵涉到去不去投资的问题啦。投资他们讲的是这样啊，他们说做研究，你要出来我们给他叫你客户、啊。管研究以后再过去啦，那没问题啦，就是要好好的落实。投资的应用也不归林务局管啊，投资将来好了，好就照原列数啦哈。
那我们知道原列数，接下来二四七到二五四第二目的第一分项，好，请说明。那个有看到苏正清的案子都暂时先搁置了。苏正清说要减列一千五啦，我支持，哎、欸，一百啦，一百万、啊。高志鹏要减列一千五，我支持啦。总共啊，我才减列20%而已。那个委员，我们的行政费是什么？是人事费，不够用了。来说明一下，那你们的主计主任说明，包含水电，哦、包含这个我们里头还有一些派遣人员。这个都这样相当，这个都是经常的有人事费、水电、维持费。来，你们派遣人员多少人？我们派遣人员307人。307人哦。因为我们除了领管处以外，八个领管处，还有我们还有航厕所，还有本局10个单位。对。哦，那你们比例太高了呢。真的呢，没有正式员额，你原额被减多少？三分之一啊，在过去这十年，你们没有认真在争取，才会被减到三分之一啊。政府原额管制了，政府的政策。好了，那既然是一般行政的费用哦，赶紧减嘛，不会输了。不过哈，在人力的调度方面哈，要更积极，倒是啊，最点会当省的省，反正这实支实付嘛，对不？是是是。好了，那我们就照原列数了。你不如赶快换有整太阳能光电回来。有用太阳能吗？太阳能光电后啊，现在还没有。要去检讨啊。就是要检讨啊。因为我们的房舍。你们连自己政府在推的太阳能光电机关都不去配合，对不对？我们已经在评估，但因为我们房舍屋顶，你要找那个面积够大的才有办法，不然小小，我们很多房舍都小小的。你不能绿能的落后者，所以你们就是大的才要做啊，小的不做，那民间更不可能做啊，对不对？大的做比较有效益啊。对的。那机长，是，来我问你哦。基本上，你林务局，你现在新任的局长嘛，哈，啊，你现在是甲带向产业还是保育这个方向？你能不能简单说明一下？我们是永续的产业啊。怎么会生？我们是永续的产业，我们确实是会朝向永续的产业吗？对对对。那你这个预算，我看起来你都没有往这个产业的这个预算在编列。因为第一个，这个我看你的整体预算都没有这个方向。这个是之前就已经，这个架构是之前就已经定。第二个。我们现在其实都只是很有限的资源，我们很难再去新增一下，因为根本要不到新的这个。这是一个逻辑性的事情啊，就是未来你的林路局你是往产业方向在走还是保育，这也是你的未来的定位，你主改会这样走啊。所以你现在预算你看起来你编内你就是没有在往产业方向走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架构它其实还是有，比如说像这个森林资源的利用，在过去是强调都是在造林。但是台湾现在在经过几十年的造林，现在能造的林地越来越少，现在反而是应该要怎么样思考永续利用这些森林的這個資源。没错啦，所以像刚刚在讲的，像林业试验所，现在像林业试验所，我所接触的就是嘉义地区的，嘉义地区现在林业试验所事实上就没有在做研究的工作了啦。哦，包括山顶，我印象中山顶和中部后跟地方接触很少，所以很具有很神秘。30年来都是这样哦，做新币做新币哦。但是我看起来，现在经过林业试验所，其实在研究的部分很少了，我也不了解为什么了。哦啊，现在的林业就讲山顶的林业试验所，现在嘛无功能啊，无啊嘛，变作是一个休闲的一个空间啊嘛，所以等于都嘛无林业，嘛无咧研究，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你刚来，你还没有真正去了解。局长，你来多久了？是。4月，四个月。你在林务四个月，在四个月的过程中，你完全都没办法去主导你的预算吗？你在林务局待多久了？没有这个预算，这个概算是在年初，今年年初就已经定，而且其实那些科目都是不能动吗？编预算，你这样跟我讲，我们不对呢。No， 我们现在在107年已经要提新的这中长程，因为它必须是前2年就要开始规划，所以107年我们有新的、這個。当然你，因为新政府5月22号上来了，所以很短的期间哈，那你新任的，你没有办法把整个林务局的这个预算重新结构哈，来然后再来重编了。但是我是要告诉你啦，这是一个方向啊，对，这个方向哈是现有的这个经费，你要怎么去做一个这个哦，符合预算法的这个范畴里面去做这个调整，我是觉得。很重要了，我还是建议的，我还是建议具体建议的哈，因为这很多细目哈，等一下会讨论，我还是具体建议哈。林务局哈，
应该还是朝向一个产业的方向。对对对。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那现有的保育吼，当然起码拢有人在做，像阿里山地区的起码这林业都都是已经是叫做保育，保育就是保育。但是产业的林有轮滑的部分，你要赶快要有一套整体的一个规划方案出来。有哦，安尼唔只林务局，唔只红刚刚讲是一个产业。好，我们确实是朝这个方向。是啊，局长，我蛮担心的，这39亿好像崩了是下去丢的就没了。不会了。又跟你的编的预算跟你们未来想要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嘛，所以很多东西下去几乎就是没有效嘛。是啊，我是觉得你要去把你的业务先去检讨一次啦。对对对，我可以找时间专门就详细的跟您说明的。不是，那个都是之前。对对，局长，简单的讲啊，刚才那个陈委员讲的跟王委员讲的是很重要，不管是。你们要很清楚未来的定位是产业还是保育，保育也是要做，但是最主要是要往产业的发展。那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明年我们有更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所谓的预算计划。一定会，我跟各位委员保证。好，未来安内塞了哈，对不？好，我们还是会拜托你们哈，钱花在刀口上，啊。够感动啊，真的。然后说真的，你们要去检讨你们自己的里面的业务，过去历年来不需要的冗员的。没什么业务的，你们该去换位置，该去哪里就该去哪里，对不对？委员，我们现在一个巡山员要巡1500公顷以上的，讲，讲下去就王委员就很多了。OK， 好，我坦白讲哦，你们所谓巡山员哦，实在太少，所以才有时候山老鼠的问题产生啊。那山老鼠真的是太多太猖獗了，不是？不是这，因为新的局长来爱甲讲好先好。你要你三老鼠不可以靠吼剪掉吼去查了。你林务局你本身你要一套防范的。局长多演蛊惑啊，好不好？那个好，谢谢。不，这个难得哈。这个三老鼠就有话讲了哈。我们现在是谈三老鼠嘛。那个我希望我们是体验到林务局是很辛苦，没有错啊。但是你们的三老鼠现在。要禁用原住民的比例是多少？在三里乡，三老鼠禁用原住民，三老鼠都，你不要再乱讲了。哦、等一下，向原住民道歉。三老鼠怎么？你是哪一组的？你跟原住民道歉？不是，我主张你现在马上跟原住民道歉。巡山野什么三老鼠？原住民占多少比例？你乱来！巡山野，你跟原住民道歉。哎，巡山野，你刚才谈到三老鼠，巡山野。好，巡山员多少在原住民？确切的这个数字没有，但是应该有在2到3成原住民的比例，对比例还是要多一点啦。我们逐年都在增加当中，对。啊，刚才是口误啊。好好。好，我们这一幕哈，第一幕的部分，第二幕的部分我们就维持原列数，然后第三幕的部分，我们从。255案到259案，好、哦，还有255之1，好、哦，新增的部分，请各位委员，请那个林务局表示意见。刚刚247到254为时原列数了，那、啊、现在255到259。255到259。好了，支持苏正清呢。谢谢谢谢委员，谢谢。不过真的要好好的去落实。3-100，减列100啦。减列100啦，减列100万。等一下，主席。来，请说。不，这个林业管理哈，林业管理来讲的话，其实他经费就不多。我们都是希望他能够有积极的作为。所以阿清的吼，讲要减的部分来讲，今只要那阿清要减的，我都反对了。歪哥，这样好了。没有啦，其实哈，我们提这个案只是说哈，为什么要把你们酌减的意思，只是说希望能，说希望你们好好的把这笔钱运用在刀口上。然后我想其他委员都一样。那当然，我们提出这个案子，只是对我们这个你们这个案子的关心哈。所以来说明一下好不好？苏志文委员讲的，我可以照原列数啊。来说明一下好不好？
那个林陆吉说明一下好不好？你现在对于这些野生保育啦哈，还有珍贵老树的保护工作，你们怎么做？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哈，你这个林业管理7100多万而已，里头有6600万是用在野生物保育，其中怎么做？我知道预算是。其中这个6000多万里面有一半3000多万是野生动物的收容。台湾有好几个野生动物的收容中心，包含屏科大。包含有在动物园，这些每年要维持的费用就占了相当大维持费了。对，好，这个都是什么？你动动物园的钱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哈、哦，好好珍贵。举个单，起码阿里山呐、啊，哈、哦，有2000年以上的树有几棵，你们怎么维护？我在讲的这样具体，有没有列管、啊？那这些神木，我们每天都会做基本的巡查，然后每个月也会有。好，那你要不要你把一个报告报呃不名册、那个、送给我们委员会，你公单现有的哪一个林区里面有多少神木？好，啊，你们现在怎么维护？好，譬如说我要知道我帮我们的维护计划提交给委员，我要知道哈、哦，那个好，比如全国100年、1000年、2000年，啊，最长的是多长？哦，3000年的啊，有几棵？啊，你现在是怎么维护？好，好不好？好。来，我再问一下、哦，请说明，你现在的那个野生动物保护好像有部分是收容在动物园哦，量多少？台北啊，没有没有，特有生物中心是旧伤的，那比较是长期性的收容，主要是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你们记在台北市立动物园就对了。台北市立动物园主要是两栖类、爬虫类，还有一些比较小型的哺乳类。那比较大型的，像猕猴，或者是甚至像黄毛猩，那个特生中心的预算在后面。黑熊，你还可以。没有，他刚刚讲啊，野生动物保育类的那个啊，收容在这里啊。那特生中心的预算在这里。这个就是维持的费用啊，对。好，黄委员，那个林业管理哈，野生动物保育法。那这个是动物保护法这个部分呐、啊，你们大概知道嘛哈？动物保护法是我们是动保团体这一方面哈、啊。那本来这个那但是我那个野生动物保育法，你们也要针对我们原住民的打猎的这个部分呐、啊，啊，动保团体跟原住民猎人的权益怎么取得平衡啊？那否则的话，你只通过动物保护法，那你野生动物保育法没通过。那你这个我们原住民人权怎么办？打猎的人权，这部分所以我是说，我说动物保护法有可能会通过哈，通过了之后，你们这个预算当然势必是要增加了，啊，要收容这些动物嘛，啊，还有那个，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有一部分是要针对林业的部分，那个土地的出租、林班地的出租是不是在这一笔？在其他的，在其他对对好。那我们255到2299林业管理第三目255到259第三目第一项的部分，我们就维持原列数。接下来260到261是通案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处理。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再回来通案的部分。我们先处理262到264，第四目的第一分类的部分，请说明。通讯那个林业发展森林生态系经营，来那个裴慧要不要发言？对，我觉得通案就通案处理吧，因为我觉得通案等一下要处理，会回头。我讲的其实也跟他的系案是有关系的啦，然后就是我觉得现在林务局的对于农业未来的发展哈的那个思维太混乱跟太慢。为什么我会该这样讲呢？因为联合国的粮农组织他也去提醒，就是我们面对极端气候要发展这个环境的调适嘛，那林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林业重要的一环很可能是在混农林的这个方向，那我就把260跟261讲，还有林下经济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未必是卖木嘛，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林下经济养蜂啊，这也是一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林务局的规划太缓了，所以我觉得齁，我们也不用第四目也不用细项了，我是建议就是我们直接动三分之一，要他提专案报告同意之后再解动。来，那个蔡培慧委员提议第四目的部分通案的部分冻结三分之一 ，OK， 支持。其他细目就不处理。另外的话，我有个建议哦，就是说之前我们那个溪那个溪头的事件哦，我希望你们引以为戒哦。那有时候管理的东西是一种手腕的东西哦，你不要说一直好像想要从这边去挖钱干嘛，你反而是这些休闲的地区让更多的民众来来来
来，甚至你要把设备弄得更好，对，对不对？这个你才能够达到一些那个让老人家呢有休闲、身体健康，我们也能够充分把你们的所做的一些业绩展现出来嘛，好不好？是。可是我看到有的地方你们的针对一些设施，好像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费的关系，好像有在说。是因为经费的关系。可是我是觉得说你们这东西不适合，该去争取经费，要再去争取经费，让更多的长辈在这边有更舒服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包括一些椅子啦、什么之类的设施，我希望你们在这部分再努力一下。是，谢谢。好，那个主席哈，主席，这个第四幕这个案子哈，是刚的35亿哦，冻结三分之一，冻结对，占三分之一，因为陪会委员提的是五分之一啦哈，所以是不是？三分之一啊，不，五分之一，好不好？对对，没有啦，我提议啦，我提议啦，这个哈一样啦哈，让他们好像我们提议十分之一就好啦。啊好啊，整个来讲的话可以吗？啊，希望好好的去做处理啦，好，尊重陪会的阿里山，我跟你讲啊，我先跟各位讲哦，我们现在处理通案，然后通案处理后面的细目就不处理了。好 ，OK，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阿里山的那个什么那个森林游乐区是不是在这一项？林业文发展园区。在这一项嘛，有一部分，对，有一部分嘛，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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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针对阿里山，包括澳万道，包括阿里山，哦，你们怎么样跟地方的结合啊？怎么样经用当地的我们原住民，因为都在原住民地区嘛？那这个部分我是希望你们加强结合了，好不好？好，哦，不然要不然的话，我自己搞，我自己阿里山王国在那边，有啊，澳万道王国在那里。哎，局长，啊，你们现在宁夏的这个上面经济这哎，有叫经济之后，这些现在是怎么样处理？我们现在会里面已经我们组了一个工作小组，已经开过第一次会，那这个月会再开第二次会。对了，我快的就会开始去推出一些。你的开会是你们开，我不知道你们开的内容啊，你要告诉我开的内容啊。那个是由林务局、还有林事所、农事所，还有相当多的试验农业农事所。大概你们朝从哪一个方向在走？比如说像那个椴木香菇，这个我们会，对，还有森林养蜂。那森林养蜂，我们现在会朝向以前的造林树种都是生产木材为主要思考。嗯，我们现在也在规划，那个很多树是可以生产蜂蜜的，这部分过去大家都忽略。事实上，森林蜂蜜它的产值比一般的蜂蜜还要高，所以未来我们在明年初就会把森林养蜂的这些容许树种，我们会推出，甚至对，所以啊，高嘞高嘞，来那个，这就是我希望你们提的专案报告啦，比较近、比较明确的告诉我们，主席是不是动10%专案报告，好不好？另外280哦，这个部分在看见台湾里面，他特别有讲到这一点哦。就台湾，我们现在补助了非常多的这个植树嘛，哈，可是种完之后呢，好像也不再去理它，然后那个效果都不彰哦，花了非常多的钱哦。哎，主席，这部分我主张一定要特别动。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们26、26、26-0、26-1两个案子是通案，如果处理了，后面的一直到309的各小项就不处理了哦。不处理了。好 ，OK 了。那我可以那个来，现在是到底是讨论到几案？260、261啊，他要处理通案35亿冻死了，讨论到几案哦？你坐下来，我告诉你，你现在是谈到全部是到309案呢、欸？对啊，没有啊，因为你通案处理后面就不处理了，你后面处理通案就不处理了。我们要逐项说明，再逐项处理了。通案是十分之一嘛？没有这样，你通案就已经 cover 后面的这个项目就已经包括在整个大通案里面啦、啊。不是，我们后面还有要谈的、啊，还要删减，那你就通案不要处理嘛？啊，你就不要处理通案嘛？那就通案就不动了，不动了，我们再看逐项嘛。你主要是要逐项哪一项，你讲清楚就好了。你哪一项？那现在是谈到262。不，简可回来，你只要哪一项嘛？没有，动哪一项？现在主席是说是谈26，还没有谈到266啊。262啊？对，266还没到嘛。现在讲262。那我跟你讲，我通案就不处理了哈。那我们现在从262到264，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照原列数。265到273，那洪委员你266，请说。刚才那个哈，我们刚才提了那个要专案报告哈，就是林地管理的部分。刚才我还特别提到，就是阿里山游乐区还有澳万大游乐区哈，你们跟地方是脱离的、隔绝的。那我们林务局从以前就讲说啊，共同经营、共管机制，好、啊，这个都是空口说白话了。你们要提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明。啊，第二个是针对我的266案哈，滥伐的事件。
啊，还有超限利用的部分，那你们现在都有在收回的这个部分啊。那这个我觉得是要做一个专案报告。好，啊，第三个，啊，森林禁伐补偿。那现在森林禁伐补偿的话呢，你们都有林务局啊，到16亿的森林补偿哈，16亿、14亿是原民会的经费，林务局是只有2亿哦。哎，局长，在林业发展经费，洪委员刚问，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样再弥补？像明年我们一公顷就补助3万块，今年是2万块啊。好，那这个部分林务局要，你不能只靠原民会出钱，你们要出一点钱嘛。局长，洪委员刚刚提到那个滥取缔滥伐的部分，啊，取缔啦，还有那个什么阿里山的山葵，山葵收回，我们怎么处理所有林地的部分？哦，这个我们要做处理，还是要保留给这个这样的？我觉得做专案报告哈，我们冻结30%了，包括很多问题啦，包括阿里山的什么山葵什么。冻结30%做专案报告嘛？喂，那个我一个提议了好不好？我们冻结1/10啦哈，啊，然后呢，一定要提专案报告，包含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很重要。明年度未来你们一公顷是3万嘛，不可以是只有由原民局哦，原民会那边去猎捕经费，所以我觉得林务局这边哦，跟朱伯格这个要去好好的想一下，然后提专案报告，明年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啊？好不好？这样可以吗？冻结20%，好不好？哎呦，没啦！你听我讲，咱是要让你好好做工过，啊，最主要是要因应未来那个禁伐的补偿条例那个钱呐。说明一下了，说明一下了，来，说明一下，我们是喜欢听他的说法了，好不好？来，你们讲一下，来说明一下，局长说明，局长说明一下，赶快，或者你们相关业务的组长啊，说明啊，局长一个人。那个滥伐的这个其实是长期性的工作啦。哦，那个您讲的禁伐补偿这是新的，我们其实也希望说，能够看怎么样来筹措才，所以我们到时候禁伐补偿，我们原住民是帮你们造林，应该是说你们林务局要出多一点钱呢，你们林业发展基金2亿，原民会出14亿，对不对？这合理吗？那明年的三万块，增加1万块，你怎么弄？哦，这个你们要林务局要想办法。所以那个委员，我很赞成你的说法，就是说你们要想一个方法提专案报告哈，然后就是针对明年从一共请2万要变3万，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不可以只让原民会出钱，因为他是替我们林务局林务单位造林嘛，所以想办法这个经费怎么来筹措来应应，怎么去跟原民会沟通啦。好不好？好，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哎，提专案报告啦，冻结10%啦。还有那个什么，整个山老鼠啦，还有什么那个阿里山的山葵啦，那个全部好不好？高山的超限利用的，这个全部做说明啦。就冻结10%，提专案报告，还书面报告？专案报告。专案报告啦，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你那个280，这个要把它冻住哦。不，你那个还没有到啦，已经要分区。机长，你们。去年一整年遭受哈盗伐的，就是山老鼠哈，这个数量你们有没有统计？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少。其实是变少了，对啊变少。去年呢？去年这一整年呢？去年有200，好像200多件嘛，200。不是件数量，我要知道数量。山老鼠的人数啊？不是数量，200，不是案件数。我们去年已经降低了46%，265件，不是啊，数量啊，265件还很多呢。265件，可是啊，以前呢，都400，400啊，按你们预计明年呢？我们希望可以降。你们预计这种速度多少年会被全部被盗伐完成？全部被盗伐完成。哎呀，你啊，照这数量，爱5年啊，10年哦。哇，看你哦，你是完全等于无咧管的，那就。我坦白讲，我很怕，我很怕你们真的是有勾结的嫌疑啦，有，现在应该没有，以前有啦，对，现在没有，以前很严重，现在没有，真的以前很严重，我们会加强到一件而已啊，我会再看你们目前的执行效果，真的很严重哎，过去真的很严重，过去几年哦，我发现林务局哦，基本上是内行通外鬼就对了，啊，挑剔到像咧放的安尼吼，伊今日吼，今日讲吼，孙这边的吼，爱着关去道啊这边，啊，今晚我跟路小妹跟去，就是路线图，你要寻哪里，人家都知道了，欸，你们前脚走，人家后脚跟啦，所以这是对不对？你跟他讲，以后要注意了，以后特别要加强。事实上我，我唔相信。我觉得委员
你是抓不回啦，不是讲，不是减少啦。来，最近吼，因抓到一个我要跟委员道歉啊，你们的指责，我们觉得我们接受啊，因为最近我们林务局就是在三南，我们就是啊三林溪，有内外勾结的这个非常强烈证据是显现出来，所以这样绝对不是一个地方，一定很多地方。所以我们林务局的同仁，大家啊加油了啊！这个委员都期待了哈。好，是好，主席就照这样刚才讲的，好不好？365到273第四目第二分项的部分，我们就冻结10%，然后提专案报告，好、哦、之后才解冻。然后接下来274到280第四目第三分项的部分，请表示意见。5亿3456万，这个部分呢、哦，我们很多的那个树灾啊、哦，种下去，然后死了再种，死了再种哦。那山上也没水，没干什么哦。我觉得都有点在重复浪费。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方式？那个委员，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就是有一些收回的烂垦地，我们会先让它恢复地力，我们才种。那或者说有一些崩塌地，我们也不会马上去种。现在不只是你们啊，因为包括我们在平地的很多，包括乡镇公所有的也是这样啊。他现在种了啊，种了不见得是适合那边的东西啊，适合那边的物种啊。然后再加上有时候他们的洒水系统不是很 OK 啊。对啊，就等于形同都是消耗预算，浪费啊。这部分我们有在检讨。好，那个刚才王委员讲的，我希望林务局要多用点心呐、啊，好不好？那我们就照原列数来处理，好不好？冻结一下啦。那个主席处理一下，274到280含278之1，好、哦，那个我们那如果要冻的话，就一样冻1/10啦，好、啊 okay、跟那个一样啊，在保育那个复育的工作的时候，跟那个专案报告一起处理，好不好？啊，我还是另外的话，刚刚那个盗采的那个哦，我希望你们要再加油哈、哦，不要那个互相勾结哦。以前还抓到400多件，现在只抓到200多件了、哦，好不好？加油哈、哦！好，好，好，就这样。接下来，主席，我还是要特别讲，还要特别再讲一次，好不好？我是觉得哦，这个在审查预算，对了，卖下搞歪了，因为有些的话在文会都可以讲的嘛，对不对？啊，大概时间呢，你看那么文武百官在这边，拜托哎、欸嗯，你展现你的效率好不好？嗯，嘿呀、啊，来，今天最主要的问题就出在陈明文了 啊，没有保留，大佬去休息了，我们把三老鼠把它给陈明文啊。那281案到293案第四目的第四分项的部分，原列数7亿7243万，那有各委员提案，请表示意见。那赶快林务局赶快请说明。这个7亿多元呢，其中有5亿，这个其中有5亿多元是作为平地造林或者短期经济林，过去这些造林的造林补贴啊。好了，那既然是补贴，就照原列数了。还要几年？对、啊、对，还有几年，有一些已经明年就到期了，所以我们就是延续性的，对对对，所以会慢慢减少就对了，对，有些明年到期陆续就好，照原列数，好，照原列数通过哈，含啊含278之1，含293之1哈，我们281到293之1，我们照原列数，接下来我们处理第四目第五分项哈，那从294到296，来总共7亿5268万，请说明。这个部分主要是那个智山防灾哈，包括龟友林的崩塌地，那这个是针对有保全对象，就是下游有居民的这个部分才来做。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让它自然富裕。所以这部分经费我们已经是尽量的这个精简了。那这个是如果有编列，都涉及到人民的这个安全的，山区居民的安全的。好，那如果各位委员，我们有几个提案，请表示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要照原列数喽。对，就按照原列数了。照原列数。OK， 好，谢谢。我们294、295、296照原列数。接下来297到307，
就是第四目的第七分项的部分，297-307含305-1啊、哦。那这个部分总共的项目数额是3,08,238万元。来，林务局请说明。这个部分就是涉及到刚刚委员非常关心森林游乐的这个部分哦。那包含我们有18个森林游乐区，8个自然教育中心，还有154条的自然步道，还有3个平地森林园区，所以这样分散下去，每个地方能够分配到的经费真的不多，所以请委员支持。那局长，请问一下，那你这3个游乐区的效益如何？您指的是3个？你就大雪山嘛，阿里山嘛，哈，对不对？你现在目前的游乐区，目前的评估效益啊，跟民众接受度啊，我们。像大雪山、还有太平山或者是阿里山，这些都是非常受到欢迎了，而且他们有国际级的资源。那我们有少数的森林游乐区，比如说像屏东那个叫什么藤枝，就是这几年因为受到台风的风灾，所以它有很长时间没有开园，所以它的游客人数比较少。那主要都是受灾的关系。那有在营运的，事实上绩效都还不错，绝大部分。那这部分请委员支持。好，各委员请表示一下。行不行？完了，做个专案好不好？比较了解说你们的成长数啦，或者你们有什么困境啊，或者什么状况。好了，就总经费这个就是这样的。王委员的建议的话，招委就排了，好不好？对啦，未来有些就不一定要时间都有在排，还是我们排专报不一定是冻结，但是有冻结也可以排专报，也可以。对，高露。我想请问一下，这边所提到的环境教育的推动是针对谁的？我们八亲子或者是一般民众，或者对。一般的民众啊，一般的民众，一般的民众是由解说员去讲的吗？对对对。好，那我直接讲说，我这边认为有必要检讨的地方，就是我常常去森林园区，可是呢，解说员会在解说的时候批评原住民啊。好、哦，这个我曾经碰到。怎么批评法？他就说，你看这个解说员这个工作哈、哦，这个有多少钱哈、哦？那可是呢，这边的原住民不喜欢做，因为他们喜欢喝酒。好，我当下就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这一团里面有一个原住民啊。那我不晓得，就是说你们在这个部分哈、哦，对于解说员的教育，是不是可以检讨一下？会，我听到这个我也很那个，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很严重，对，不要再造成族群间的那个，就不应该讲这样子哈、哦。那我们绝对你们要求我们的所有的公务员以及所有的约聘雇人员以及所有的派遣人员跟解说员，不要涉及任何族群议题。是，好、哦，这个、主席。这个上行下效了，因为立法院做了最不良的示范，对不对？哎呀，那个事情有、哎、好，那我要针对我们廖国栋委员所提出的哈302了哈，302哈，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林务局把大部分的资源都用在这些啊比较知名的这些游乐场所，就刚刚所讲的那几个游乐场所啊，但其中呢，像说双流、藤枝、枝本哈、池南这些森林游乐区啊，现在哈可能有逐渐落寞的情况下，因为不晓得哦，我们林务局没有把重点放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呢，哈，可能就是会显得哈，一般民众哦，他的兴趣呀，哈，他本身的支持度也会比较低落，所以是不是在这些部分呢，哈，也应该要加强？会。好，那我们现在处理297-307的部分，含305-1哈，这个部分冻食。做专案好不好？冻食做专案吗？然后叫他们把现在比较弱势的、比较弱势的区块再做一加强一遍说明。不啦，那个这个我搞委员报告了，这个我们就不要动了哈。三亿多因为推动了，但是哈在专案报告的时候一起提跟那个解冻的一起纳入要做说明报告啊那啦。有这商业国啊那。谢谢。今天啦。好。对啦。你们看我啦。好，我们就提商业国啊那啦，这件我讲啊。啊、哦，和你讲啊，哈、哦，来，我们就好，再接着往下，照原列数哈、哦，那做专报，专报的部分要含刚刚含什么？王惠美，专报的部分要含什么？专案，
专案报告，那你要另外你要并到那个什么一些比较不是他们的重点区哦，他们有什么计划要怎么样去加强，好不好？加强张立山讲的那几个森林游憩环境的部分哈。未来这个绝对是趋势啦。好，我们就做造园列树，然后做专案报告，专案报告一定要涵盖森林游憩跟教育推动的加强哈。接下来我们处理第四目第八分项的部分。308、308-1、309三个提案，请说明。国家自然保育，还有补助哦，补助民间团体哦。来，廖国栋总召，可以回头看302吗？我们大时代的巨人往前走了啦。大人大量的，就从你现在班开始啦，老板。我现在量越来越小呢，碰到你们一直这样子压迫我们哈，我越来越小。我都替你们讲话。对啊。这个后来怎么样？怎么处理？302的部分哦，302的部分，我们照原列数做专案报告，我们会提一个专案报告啊，对，专案报告不痛不痒嘞，不痛不痒哎，各位委员，不痛不痒，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冻结的，所以他一定会来，在哪里冻结？我让我知道。刚刚哦，刚刚冻结十分之一的是29、265，整个林务局的经费冻十分之一吗？没有啦。好，那个局长在吗？局长在你右边，在左边。我现在问你哈，原住民的这个造林补偿那个部分的经费到底是从哪里支出？你知不知道？现在主要是从原民会啊。为什么要原民会出呢？这个为什么要原民会出呢？这个刚刚我们对我们会怎么样增加，讲个清楚，说个明白。因为我以前都不知道，我最近才晓得是原民会要出这个钱呢。当时我们在，所以是主委要去行政院争取。过去没有，过去都原民会，现在是林务局帮忙分摊。原民会除非他们另编预算，不能动到我们的综合发展基金，这是一个原则，不能动到我们的综合发展基金。又公务经费，又公务预算啊，没有动到你们的基金。这个没有弄清楚以前，这个两亿了，十分之一还不够了，你们只有两亿了，动啊，动十分之一啊，他们动十分之一，那个十分之一专案报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整理一下。第四目的第二分项4亿4174万动十分之一，第四目的第三项5亿3456万动十分之一。第几案？第前面讲的那个4亿多5亿多都动十分之一啦，总共9亿多动十分之一啦。266，抱歉了，我不在了，我刚刚才到，那刚好谈到我的案了，所以我必须要表达。我们都有动哎，不然那个廖委员，而且要做专案报告啊，都晚点到，之前已经讨论了很久了哈。我们有做专案报告，询问一下呢，不是没有，询问一下。你讲的对了，我是觉得明年的预算要变的时候，要请农委会要特别注意这个预算。对了，行政院争取。对啊，你们要筹措才，请局长不要动到原住民发展基金呐、啊，不可以动，不可以动到原住民组发展基金。好了，那你要要求原民会不能动之原住民发展基金，我们不能在这边要求不属于我们的委员会里面，因为这个主政是林务局嘛，对的，主政是林务局嘛。而且以前有动到，这怎么会跑到原民会？就是林务局的事情，怎么跑到原民会去？因为对啊，因为它是在原住民保留地，它不是在国有林。但是在原住民保留地帮那个帮你们那个禁伐补偿嘞，造林嘞，原住民保留地本来就不能造林，是林务局还是原民会的责任？原住民保留地本来就不能砍树啊！报告主席，报告主席，你说，局长，平地造林，谁去支援补助他们的谁？哪个单位？哪个机关？农委会。林务局嘛，对呀、啊啊啊，那就对了、啊。这跟原住民保留地有什么关系？是你们造林，而且我们帮你们护林啊，给你们好的氧气，给你们提供好的气候。为什么要叫原民会去编这个钱？而且平地造林是原住民造林多四倍了。啊、哦，委员，我觉得你们讲的有道理了哈，但是这个是。已经是之前已经的预算留下来，我们现在在政策往未来是要在行政院的时候，我们请农委会按也要拜托你们要跟原民会好好的，大家请行政院来怎么这样做处理啊？起码来处理了，对吧？哎，无啦，咱别咱们来当港处理这中医生，嘿，遐侪钱。以前的政策的谬误，你们本来就要好好监督，我们现在往政策的方向来，所以我们明年要编列预算的时候才处理啦。我哪里骗去啦？什么话你骗？对啊。以前马英九给你骗，你讲完。哎哎哎！
我们现在是往正确的方向走、欸，廖总召，你召集原民会跟林务局开协调会，我们一起召开。早知道不要编，现在都是在监督啊，现在是往正确的方向走、啊。因为你们要到家，大家一起。这样了，那个黄委员，那个刚才廖委员不在哈，黄委员，你刚刚都在那边，我已经提出来了。那个经费16亿是这样哈，原住民综合发展基金是14亿，那林业发展基金是2亿了，哈，只有2亿。那我的担心是说，从明年今年开始了，啊。明年那你要做主角，要求说将来那个林业发展基金的比例要逐年将增加多了。哎，黄委员，哎，我跟你讲，我这样讲最公道了，你就做一个主角椅，我们要求林业发展基金的比例逐年提高，不是逐年，好不好？那个不能用到原住民发展基金了。林业发展基金，你们一年的收入是多少？林业发展基金是不是2亿全部都弄到计划补偿？没有，这个2亿是从公务预算的，从公务预算。对，对请主委说明了，主委说明。好，廖委员还有空委员哈，这个是我们刚开始试办，那么原先我们是从屏东县先做的了。屏东县的时候，当时的补偿完全没有用到原民会的经费，但是我们刚开始这么庞大的经费，一下子要挤压。那么中央政府也没有这样的经验的，坦白讲，第一年呢，所以才会把排挤到我们人民会的一个经费，所以我们在这审查预算，这个时间也没办法再增加预算的了，所以你的主决议就是给行政院主计处说，不要排挤到人民会的预算。这个才是正办的，我想是好不好？主席，你瞧哈，你写一个主席，我联署 我知道，让我们发泄一下，让我们发泄一下。可不可以请那个写个主席哈、啊？我们正在写。我们主曹主委是说不要动到我们人民会的预算嘛，哈、啊。这个我们曹主委刚才已经说明了。本委员会处理预算还要处理你的发泄一下啊。好，发泄完了，谁帮忙写个主席一下？写主席哈、啊。接下来我们处理刚提到了308、309、308之一，我们照原列数哈。那个主席，308案是我的案呐、啊，你的案。好，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哈第51条之一，上次我们在经济委员会有一读讨论过。那后来为什么要拉下来党团协商哈？当时我们的苏正清招委哈，那也是因为动保团体的压力哈。我知道，但后来是你在议事录确定的时候，就是拉下来党团协商嘛。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是针对我们原住民的非营利自用哈，那但是因为动保团体的压力了哈，所以我是说，现在是大家是针对你林务局定的那个原住民基于传统文化基于需要列举野生动物管理办法的那个附表，哦，就是说我们原住民可以传统基于布农族的社稷，我们可以打几只山羌，打几只什么？那我们原住民上山去打猎，你怎么会知道你会碰到什么猎物？所以那个附表他们是说要检讨修正，而且你们要依据我们现在很多保育类的动物了，已经是冲刺了，它的数量多少，蛮延多少哈？你们要适当的，因为现在我们原民会也希望林务局这边啊，要能够适当的修正那个附表，就是说我们这个保育类动物里面哈，有没有什么啊，有可以猎取的？那原住民现在的关键是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是反对列举保育类野生动物，但是现在我们提了那个案之后，刑法改为行政法，原住民将来可以不必去坐牢了，但是要罚款，就是说你没有去申请，你列到了保育类动物之后，你还是要罚钱。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反对啊，就是我们应该是说，基于传统文化基于需要，我们原住民上山打猎啊，可能会不小心打到了保育类野生动物啊，那这样的话就要罚款。那罚款的话，山羌。哦，可能要罚18万，哦，18万踩到一只山，猎到一只山羌。那山羌可以不要开枪啊？不是，那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是为了要我们办我们的社稷，这个是核准的，就是说我们传统文化基于需要核准的。所以我是说，第一个是要求林务局这边哈，针对你们的附表的修正，要跟原民会沟通。那第二个哈，我们的传统文化基于需要啊，而且是非盈利，不是拿去贩卖的啊，能够适度的容许，能够开放。啊，我们不管打到什么猎物，原住民是不必罚钱，也不必去坐牢了。啊，这个我非盈利自用，它的意思是这样，自用嘛，而且是传统文化记忆，而且是非贩卖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国家自然保育哈，我认为林务局是比较被动了，过去几年都被动啊，是不是能够动一点的哈？30%？不不不。
你这个提案你已经把那个动保法给拉下来协商，在动保法里面来处理了，哦，野保法里面来处理，你这个预算你要处理这个东西。这个我觉得林务局这边哈，这特别是针对保育类的，还有原住民的猎人权益哈，你们不是很积极了。没，我们现在很积极。哦，那个。这个是牵涉到动物保护法跟野生动物保育法啊，将来你们的执行情形，你们要怎么样去融合啊，兼筹并顾。所以主席，我是建议哈，这个也要排专案报告，然后我们也是冻结10%。报告主席，请总召。总召讲完高路，有一点疲累，能不能再来咖啡了？第一啊，可以可以，咖啡啊。第二。我刚刚听孔委员，刚刚孔委员讲那个打猎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呢。我去山上，我不是打猎的人，我不知道打猎是什么事了哈。但是，对，我是捕鱼的。当山上一堆的动物，它里面可能有山猪、有山羌、有什么的，难道我看到山羌会跟那山羌说：“快点走，快点走，我要射那个山猪，可以吗？”保一个毛哎，这样子。这个法律很怪异，那个部长，啊，部长主委啊。你对呀，啊，你怎么知道？这是其一，这个。啊，如果有人在里面，这个办法很怪异的哈。打错人了，啊。啊，如果有人呢，欸？那个空位，我觉得你们都打错人就不应该。要打错人有啊有。你不能叫三枪快走，其他的留下嘛。对啊，对不对？好，没有，我赞成你们的说法，没有错。第三个，我还要讲第三个。那个诸位啊，你在屏东有没有看过山猪？屏东也有吗？多的很。多的，不是养的哦，我是讲那个野生的，野生的很多。OK， 高速就有，高速公路都有是吧？没有了，高速乡了啊，高速乡了。我要讲的是，过去呀，高速公路，我不曾听闻啊，这个农民跟我诉苦，说山猪危害，但是最近我亲自去了这个田园里面，那个稻田里面，看到。已经长碎了，这个稻子哦，中间呢，啊，居然有一个被压扁的一大块，大概10×10公尺的这个范围。所以啊，后来他们居然说是山猪，山猪不打三枪。哎，三枪我还没讲三枪，我先讲山猪。原住民的朋友，所以现在我要跟主委讲的是，山猪危害能不能列为补助对象？要打，啊。猎打猎了，还没准备在打猎了。现在，我跟诸位，难道还要去跟那个排湾组的太祖说，来，这里有山猪要猎，这个让他们去研议了。这个受害有没有补助了？没有，我知道那个委员，你讲到这个，对不起，我一分钟，你讲到这个危害不是只有山猪，那连猴子都有，高速黑哦，猴子我们常常讲啊，对啊，对啊，没有这个让他们去研议了，不，这个，研议了3年，哎，欸，这个很重要，这个已经3年了。对 啊有些是保护啊，你个也袂当个，你也袂当个，把那是农民的损失怎么办？对，我知道啊，他们的生活怎么办？他们怎么养家活口啦？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个，而不是处理山猪而已啊，真的不是处理，啊，这对啊，这不是我们在处理的嘛，啊？而是农民要吃什么长啊？他家里要吃什么？那所以我说补助嘛，比照那个部长啊，诸位啊，比照，你表态一下嘛。我要跟委员坦白讲，困难重重啊，哦。如果今天可以的话，不会说延议3年。20年前在审议会，我们已经听到这样子的这样的反应，已经到现在了，束手无策。如果这个可行，那我们平地的农民说，我的稻谷都被鸟吃掉了，那你也补偿我。所以这个地方的延伸，事实上是我们很难切，这刀很难切。真的是要集合众人的智慧了，啊，大家看看有什么样好的方法来避免。我只快点靠诋毁了，你讲一下，你比较有智慧的讲一下。我无能，在这块我无能。怎么可以无能呢？不是，不是无能啊！你刚才刚到，你要好好来处理了，好不好？廖那好，那个再写一个决议的，3个月之内提出方案。3个月之内提出方案，过去3年提不出，像3个月提出。已经累积了那么久了，又不是现在才提的。上个月提出，提出初步报告了，好不好？这个没有政党，来高路，没有政党。好了，你提主角有来联署了，不能，但上个月要改一下。我等好久，
因为他发现、啊、不好意思，我要赶快讲，因为我的咨询已经一直演了。就是我这个是309的这个案子哦，是主要他这里面所提到的是国家自然保育相关的这个补助社区跟民间团体哦。嗯，当然啦，我知道局长现在一直强调就是要跟部落合作，可是呢，因为过去的效果非常不彰，导致这个冲突加深，再加上新闻一直报道，其实你们对于自然资源的保育还是造成非常多的山老鼠，因此跟部落合作是非常必要的。那我们在依据原基法的第22条谈到的是自然资源共管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希望就是在你们提出原住民族森林共管计划以及位于原住民族地区如何跟当地原住民合作的这个执行的方向出来之前，我认为先保留这一个487万2000元，好，先冻结，等到你们提出了这个完整的计划再予以动之，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过去以来，我当然很相信局长，但是这个过去以来常年的问题、哦、那你的动之的条件是要做什么报告？我刚提到就是与原住民族森林共管的计划，再来就是位于原住民族地区如何跟当地原住民合作执行业务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我跟你讲，等一下那个要冻结，你要冻结487万，各位委员表示意见，冻结多少，还是要冻不冻，还是要报不报？好，专案报告要一定要提专案报告的啦。不啦，这个书面报告就好了啦。书面报告哈，原来是提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冻一下了哈，冻结。那冻结400万，可以。400万跟487万，不，那个高委员这才1900万、这个数量本来就很少了。没有吧、這個？我当然是希望好。好了，冻了，冻了，好了。我们冻结487万2000元。冻一冻啊，冻啊冻。好，那就5%，冻5%啦。好了，5%好了。冻10%，5%。100万啦，100万啦。好了，10%拢少少呢。100万啦。啊，怎么又冻？冻太少了啦。几百万你我怕了，招委快点，刚招委说好不好，我怕了，不要，我真的觉得这个很重要，这是特别重要。那他提书面报告了，刚刚所提到的，好的，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是怎么？那就是刚招委提到，刚是招委是好了，4%好了，400万嘛，好了，招委没有送400万，提书面报告，好不好？好了好了，下一个，不，礼物局有没有问题？我们刚讲了书面报告了，书面报告不是专案报告了。懂了，好了，没问题。来，要好好做人家，当然好好处理。接下来提，那你那个补助的名单要给本会委员哦。好，那还有，因为我们分项已经处理了，所以原来两个通案260、261，我们就改成主决议，我们就不处理那个，我们就照主决议通过哈。好，231到241，我们预算照列哈，231到241预算照列。接下来处理主决议310，请农委会表示意见，请说明，林务局说明，没有意见。你怎么不然？你照遵照办理哈，遵照办理，我们就照案通过。三一，林务局说明。专案报告可不可以以书面报告来？我们提书面报告好吗？改提书面。好，通过了。专案改书面最后一个字，最后两个字哈，231照修正意见通过，311，我讲错，311照修正意见通过，312请，312案请林务局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313案林务局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314案林务局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315林务局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316林务局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317遵照办理，林务局说明，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318林务局说明，这个我们有建议的，这个请说。对，来那个条文是大修小修？这边是文字修正哈，我们是在提。一个月内有没有问题？对，我们要求在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完成划设之后，加一个完成划设之后，对，然后盘点位于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后面不变。盘点位于原住民传统领域不是合年合业的，那个主席啊，合年合业不知道啊，已经
是是，现在你们讲的现在这个办法呢，这是办法而已呢，不是条例呢。对对啊。你们依据这个办法，你跟总召讲一下，大概多久可以完成那个画？多久？你们不要委员骗你骗呢，要多久？估计啦，三年五年。你不要看到我们六国栋的提案，你都不给他处理，然后又跟他拖呢。因为目前这个画设办法，目前圆明会已经他们定了办法。多久会出来？你预计多久？委员只叫你一个月，那你有意见你可以讲，看你要两个月、三个月没关系啊。是，你那个办法如果三年以后出来，那不就完了？因为我们是配合那个圆明会他们来定的，我们是配合，不是我们主导，是的。原住民传统领域画设是圆明会要定定。哎，那个廖委员他讲的，就是说他们全力积极配合圆明会嘛。因为这是圆明会主导，不是他们主导呢，没有错嘛哈，就要讲清楚哦，不是你们圈责，你们不能随便谈哦。那个廖委员他只要你们盘点出来呀，啊，你们盘点的问题会有，对呀。所以就是一个月内我们把它提供这个。那三个月了，可以吗？好，三个月了哈，好不好？好，那我们就那个修正啊，三个月意见就把一个月改成三个月，其他的部分维持原条文。好，你们自己要去画设那个部分跟这个东西没关系哈。就把三个月内一个月改三个月，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三一九案，你务局请说明。有修正意见，请说明。林务局这边哈是建议说，我们那个后段的部分为落实宪法，最后一段好，请说。报告委员。倒数第四行，为落实宪法、原住民族基本法以及蔡英文总统政见，原要求林务局于原住民族土地之划设办法，还有受限制所生的损失补偿办法订定完成后，即提供涉及限制原住民族使用自然资源情势之法规给原住民族委员会。以上。啊，你文字修正是。那给原民会，那你根本在本委会处理。啊，不会啦，不会，委员请放心，我们不会。好了，就照文字修正嘛，哈，好。大伟把文字修正给议事人员，你们写好了，给议事人员，到时候要宣读啊，就照林务局的建议文字修正了。国栋，快点哦，我们要赶快处理了，你不要再老花眼看得慢了。哎，主席啊，你安尼，你人较少年，你嘛莫甲遮老的安尼，罔惊嘛，罔惊开者。不是，伊会讲话，无咱来招标比赛。好，我们就照修正三一九案，照修正意见通过哈。那你修正那个文字，请拿到主席台来哈。我们等一下要宣读。是320案原那个林务局，请表示意见。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提案照原提案通过哈。321案林务局，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322案林务局请说明。倒数第二一个月内，我们可不可以改三个月内？一个月改三个月。对，好，各位委员，我们就照修正意见通过。好，323案林务局请说明。323案，我们建议倒数第二句，应至少需达40%以上，建议是不是应逐改成应逐年提高？应逐年提高，至少需逐年提高达40%以上。323呢？逐年提高了。因为你至少需达不是一触可及的了。逐年提高，修正为逐年提高。逐年提高达40%以上。哦，是，就没有数字限制，每一年，逐年就每一年，哎呀，量力而为啦，你不是一触可及的啦，好不好？他是哪一？廖委员开始啊，逐年增加，好了，那个报告部长，报主委啊，我的要求啊，最近出了一些状况，包括红叶，包括爱国婆这些部落的山崩，后来你们自己的单位告诉我，林务局跟水保都说，其实哈、很多地方啊都是这样，很多部落的后山呢、都是旧有的崩山的一个地址，所以我要求全面检测了，全面检测。位居林务局的部落，林务局所管辖土地的部落，
或者是水保分局应该要注意的这个土石流区域应该全面检测部落的安全环境。好，八八水灾之后事实上就有盘点过一次、那我现在应该这几年已经十年了，十年了，部长，六年、哦、快十年了、就是六年了、我觉得再重新来再对再监测一次了。对，当时都有确定说这个部落安不安全，如果不安全的话就一定要迁部落，所以我们屏东跟都是接受这样的建议了。那台东红叶并没有在这个危险部落，对、像这样的就表示还有一些缺漏嘛。不是，我们再检测一次嘛。当时没有确定红叶部落是危险部落，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再来重新检视一下了。那主委，水保分局台东分局清楚告诉我，按照航空照图看呐、那个就五十年前曾经崩落过一次呢，这个部落就在那个崩落地的下方。是啊，委员。所以我说重新检测了、重新检测。台湾的地质有时候是自然崩落了，有时候没有破坏它也会崩落。我们的地质就是很脆弱。脆弱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重新检测一下。对啊，好，我们就是要求安全检测。我们接受。好，那我们就照那个林务局修正意见通过323案哈。我建议你们林务局还有其他等一下省的水保，还有那个农粮署，还有其他你们有修主角有修正意见的，赶快拟好。跟提案委员先沟通哦，不要到时候这边再花费大家的时间。好、那324案，林务局请说明。324，我们有修正意见。那我们建议，我是不是就直接念修正后的文字哈、就是原住民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有其独特的文化与专业，除原住民族委员会就原住民族生物多样性的资料进行整理。及国土资讯系统建立原住民社经资料之外，林务局为保全原住民族传统生物多样性知识，完成原住民传统知识网站，后续建议持续透过开放资料方式丰富网站资料，以保存原住民族传统文化。以上，你是把整个提案改写了？对。基本上我同意这样的改了，把它更周全了、更完整了。好了好了好了，谢谢。依照那个修正意见通过。好，文字要给我看。是。好，325案，原住民请说明，不，林务局请说明。我先，报告长，我先讲一下了哈。刚刚才提山猪的事，因为这个是讲那个猕猴的事，我要把山猪两个字加进来。山猪及猕猴。第几案？325案了，报告委员。325。山猪它不是保育类野生动物，是不是？它一起严厉嘛。我们针对猕猴，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求你们把它当作农损灾情嘛。啊，麻雀要不要？麻雀不要，那太小了。山猪很大呢。刚主委说麻雀吃，而且会造成人的这个危险呢。那个飞鸟不要讲了，这山猪是真的危害。这个部分演绎嘛，苏正清一直点头了。对，山猪本来就很多危害啊，对啊，一样啊，所以应该有列为农损呐。没有，现在已经有简，你刚提，你现在提议是简化补助流程，现在已经有补助了吗？没有，就还没有嘛，还在演绎嘛。都要演绎的。因为就写猕猴，我说要加山猪。没有，你325案呢？对，你自己看一下。鉴于台东县、高雄、原提案要求林务局于一个月内简化相关补助流程，同时检讨增加补助金额，协助农民摆脱那个。已经，你这个东西已经要意思是说已经有补助流程。因为这里只讲猴害，不是啦，我讲说你的东西现在你要不要把我们脏？那哎了，山猪的再提了，山猪另外提一个啦，另外提分开。没啦，不要把保育跟非保育弄在一起了。阿碧还想好。325案，325案，那这个倒数第二行哈，一个月，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三个月？对，好，改成3个月。你们效率不太好。我们照那个修正意见通过哈，各位委员。326案，请林务局说明。同意，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案通过。第327案，林务局请说明。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328案，林务局请说明。328因为跟325相关，那我们建议也是一个月改三个月。好，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哈，各位委员。329案，林务局请说明。
329我们有修正意见，来修正意见怎么修？我们在建林务局建议哈，就是在林务局应依应于一个月内的那边以后的文字修正成林务局应依森林法第48条之一第一项第七款其他收入规定，修正林务发展及造林基金的相关规定。然后后面提拨一定回馈比例那边是照旧，然后专款专用作为原住民地区部落发展林业之用。那要不要你要不要设期设三个月一个月不用写哈？年底前呢、啊？那你就把那个修正文字送到主席台来，好不好？各位委员，我们是。是有没有跟孔文吉孔文吉委员讲好了？有，我们昨天跟孔委员报告过了。OK。对。好，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哈，那请修正意见送到主席台来。是。330案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依照原提案通过。331案林务局说明。331因为跟325、328相关，我们也建议一个月改成三个月。最后一句。一个月改三个月，我们依照修正意见通过。332案请说明。我们有修正意见，一个月请说，建议改成两个月。那最后一句话，并提出书面报告。啊，你说，原来是并提出期程检讨报告，我们建议改成并提出书面报告。并提出书面报告。期程改来，期程检讨改书面。对，好，一个月改三个月，两个月，好。我们是不是可以照修正意见通过？好，照修正意见通过。333案，农委会林务局请说明。333案倒数第二行，我们建议一个月改成三个月。一个月改三个月，我们是不是依照修正意见通过？好，通过。好，期程检讨你要改成书面吗？333案，书面报告是。期程检讨改成书面。好，谢谢。那林务局的提案，我们就有几位有几个新增，包括刚刚那个山猪的归山猪，猕猴的归猕猴的提案哦。那我们等一下回过头来处理，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处理水保局的提案。那林务局，你们可以那个刚刚看到那个我们提了几个新增的那个提案，你们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就退价了。好。好，然后谢谢主席啊。林务局处理完了啊，现在处理水保。立刻来了。水保局，哎呀，我们刚才宣告你刚刚讲那个通案不处理的部分，讲过了，231到241通案不处理。这样子来过了。哦。建工风水，小宋拜托我建家己地哦哈，那边无人好地拢无出来。我们现在换场休息两分钟，你赶快水保局，好了没？那我们不休息了，那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好，我们不休息了。好，继续来，水保局税入的部分334案开始，250万，张立善委员提增列3250增列10%，行政规费水保局请说明。报告委员，我们这边铸造办理，我们就从这边来努力。好，增加。好，照张立善提案通过了。OK， 增列10%嘛，哈。我们照张委员提案通过。是。来，税出部分，水保局，我们335到351，因为是通案，我们等一下会先放在一边，然后处理完通案之后，如果处理完个案之后，如果有删减增有删减的部分，我们通案不处理；没删减的部分，我们。通案回来处理通案哈，来352到360是第一幕，来那个水保局请说明。报告委员，这个水保试验旧的部分呢，其实今年只编了3200万啊，比去年编编106年3200万，比今年还少了2400万啊，基金会很少，是不是请各位多支持？哎，来，绩效在哪里？这个试验研究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水利保持方面有很多的
比较属于科学性的需要老师来协助的部分哈。那这个才那个三千多万，主要是做这个土砂的灾害的机制这方面来做研究啊，了解土砂的资。这计划做多久了？这个是长期性的啦哈。那我们今年这个案子是四年的一个计划之一啦嘿。四年第几年？今年第三年。一年要三千多呀？对，是。到明年就没了嘛。明年结束，然后重新提醒的。前面两年的绩效咧，做些什么结果出来？现在我们是了解说这个土砂那个冲刷之后怎么流出来，然后那个它比例有多少这部分哦，我们可以跟水利署下游这个那个叫做这出流管这个进流分摊这方面来做个连结啦。你忙的物件做一大堆啊，拢无法度用呢。对啦，三千多万尔啦。你看中央三千多，你都不知道地方三千多是多大的钱呐、啊！要有效果才有用呐、啊。好，是。你们要去检讨说，前面虽然花了钱，但是到结果到底是能不能用，不能用，你今年又三千多，明年又三千多，总共一亿多都是叫做浪费啊，好不好？是，好，不了，已经比今年少了2400了啦，拜托嘿。好了，三五二啦。来，赶快352到360，要不要？完了，这个要不要处理？就一点而已啦，拜托一下。这样了哈，我们希望的是水保局，因为面临着这个现在的很多的一些变故哦，那就目前就这样哈。第一幕才3250万，要不要？是不是照原列数？照原列数了。来，等一下，你这个委办要委办什么？就是我刚刚讲到破地土砂灾害的警戒机制啦哈。还有那个环境资源的整合啦，哈，山坡地的生态复育的这个这样重要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研究，主要是这三个中心。局长，以后的话哈，这个研究的费用再加一个哈，生态了，好不好？是有他们做有生态工法也有在里面， okay, 对，有。那这样的话，这就不要再减了啦，不要再减。照原列数，你们好了，照原列数了，接下来。你们之前不要剪啦，现在有一种那就是比较什么海绵式的那种东西哟，那种东西到底台湾现在推到什么程度啊？能够涵养水源，然后施工方式。我们也在做这方。喂，后面那个请安静一点好不好？我们在就说后面了。现在这个工。好，请说明。不，这后面的工作我们也在研究跟执行当中了哈。譬如说，我们在水保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在山坡地上有一些蓄水池，它也会下，会把一些部分的水，这个水会下渗变成地下水。好，对，坑下来，讲水如果都少嘛，那就只能让坑来用啦，只能坑来用安尼啦，嘿。好，是，好，我们先照原列数，352到360，我们照原列数。361到366第二幕的部分，一般行政费5亿7778万7000元，请说明。是，这个是有关于行政业费的那个人事费的部分了哈。那因为我们现在预算原额是比原来的部分还少了55个人，是少了很多人了哈。所以我们今年编的预算里面是比106比105还少了大概有600多万了，600多万了。所以是不是跟我们维持这样？来，委员。那个少了600多万，那实际去年的那个决算的时候是多少？决算是577，就是差不多跟现在差不多一样，5亿7766，所以没有减列空间就对了。没有减列空间，这样就没有奋斗的目标了啦。我这两个人事费照决算一样，361到360的人事费照原列数哈。哎，是。那367，对不起啊。我本来支持苏正清的。啊，买了。367案哈，哦，还有一个高志鹏的第三幕的，因为他367案是通案哈，我们就从368到39一项看，这样比较清楚哈。368到392哈，那我们那个是第三幕的01项哈，第一项里面总共有28亿1900万，请说明。是。这个水保署发展振兴之防灾大概有28亿多哈，那这个都是在因应灾害的一个处理哈，包括有一些崩塌啦，或者是那个野溪的处理哈，那这个是非常的需要，而且这些钱其实上依照我们现在所了解也不太够，但是呢，我们会在这经费我们会充分的来利用了。自山防灾的自山防灾的，对，自山防灾的，嘿。好吧，动一下20。啊，自山防灾动20。
不了。做报告吧，你大概我知道防灾很重要，但是防灾你们还是有分嘛？到底你们怎么防灾的方式？像今年台风就那么多个，好、哦，那台东花莲什么都要这些钱，这些钱不能等啦，嘿。这些钱不能，你就快点把你的整体的计划弄出来、啊。所以我们事前，比如说三四月这个之前，啊、所以我们是动你的预算呢、啊。台风还没来之前，我们是很多做准备工作啊，留一些钱，然后去年编多少？去年才27亿啊，今年28亿多。那、啊、你们要多在哪里？只是去年不够用、啊。曾经有3-4个台风啊，所以有需要再增加一点、啊。这个我跟委员报告，因为以前啊，动来吼，因为风台是伫7月到9月以后嘛，啊，所以因头前爱先做好这些自杀防护，先动来啊，这个已经很麻烦掉了。但是要做具体的，到时候做自己的实际做执行啊。要这个灾情四季都会有了哈，所以我讲今天卖动啊。卖懂了，今天好贵了。主席，我的建议是这样子，我觉得冻结十分之一啦，因为他们自山防洪的做法都是三面光啦，完全是用水泥的。现在没有的话，那你要把以前你，可是你们知道你们以前造成了多少的问题吗？那些地方仍然在崩塌啊，所以你们要把你们的改善方案提出来啦。民进党执政要有信心。我对他民进党执政没有信心啊，不对，对不起。没有啦，我说我这个是玩笑话啦。一会儿三老鼠要替原住民保留，一会儿说我跟苏志芬委员在开玩笑。我要说的事情是说，今天你水保局一定要把你们的改善方案提出来了，啊、不然的话，你28亿就是又崩了一身又一件。动十分之一，改善方案现在是说现在已经在执行的东西就是改善方案，动五趴了，已经没有这样子做的了。肯定现在就是这样。蔡培慧委员做一个专案的说明，好，我跟他说说明，好，不要得罪跟蔡培慧委员，苏委员给那个委员会了。是我报他了，报主席有关于那个373案哈，那一个三，因为你是全部讨论嘛，对不对？对对，373。那373案哦，他这个抽查的单位啊，每一年都是那两个单位，那抽查已经抽查的绩效太烂了，那这一个部分要本席还是建议要删减他，要不然如果没有抽查，不知道。显然连民进党的委员布马觉得要改正，对民进党执政没信心，布马觉得有问题，这删减的问题。多保留一点呢、啊。来，邱市委说明，你是提案人，你帮市委员提案的。基本上这个事啊，因为市委员不是本委员会，是由我来。来啊，你来说明。提这部分哈、哦，看有没有刚刚市委员讲的那个是有道理的。为什么都是这两家在做抽烟？我这个说明一下，一声流弊。不是这个是做那个图工程品质的抽验了哈，我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一年大概2-3千件的工程哈，我们人事很少，我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抽。那为了维持工程品质，我一定要委托出去。那委托出去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分东区、北区或是这样子来处理。一般来讲，都是当地的会比较方便啦，都是这样子啦。农总规定的走，我们都是依照采购法来处理的啦。啊。我们当都没办法，医生都会开开放规定靠。我们完全开放啊，用采购法完全开放，我们没有限制啊。他如果限制，他就被抓去关了啦。对啊，市委员，他讲的这逢甲跟嘉义啊，也抽查到台东分局，什么分局怎么会当地嘞？不是，哦，分区啦。委员的意思，你们就是太少间了啦，你们是分多区一点，让更多的旁商能够进来啦。连他的评比委员都有问题了，什么只有评比，他的评比委员也是有问题的。技术上我们再做一些调整。下级书面报告啦，没按那改审哈，下级书面提出检讨报告，检讨报告了，好不好？为什么一直跟你讲啦，动词他没有问题啦，发包不可能都100%的啦。我们在分区上是做调整，做分区刚才讲的，做分区的一个扩大的，让分区各个可以去参与，这个一定要做到了哈。啊，送十趴书面到委员会来了哈。啊，原则上动十趴上个月再上一股嘛哈。我啦，1000万，1000万啦，照列啦，1000万啦。哦，你说这1000万照列啦。这个科目动10%啦，不会出事的。动十趴，你们绝对没有绑工程嘛，所以不可能100%得标嘛。这1000多万动十趴，所以你们。年度的计划标下去，还会剩10%嘛？哎，努力啦，卖给你 game， 啊，动10%啦，动几百班，系啦，我大家是随便讲。你是嘛讲的？因咧讲是讲动10%啦，但我唔知你这个业务，你这个业务是，你年初都爱标出去。啊，你要提报告啊？啊，是当时爱标啦，你知影？你说爱标，你说爱标出去啦，系啊。你说爱标嘛？啊，所以动10%，你个唔讲。对啊，伊这么该动10%，你得10%诶，医生来，这种袂使叮当，你也袂使按月给，还是年初就要标出去？对，我们年初就要标出去。卖懂了，卖懂了。那就不要动了。但是哈，我们要求他改善，对啊，就是检讨报告。这个不行了，所以你们不行了，他还是不会改善的啦，他很麻痹嘛。他刚才那个王惠梅立委讲说，他3000万就很少，他这个民脂民膏，他3000万很少。
所以一定要把它动了，不动不行的。今天好，议员他年初要招标了，告诉你他有天通天的本领啊，他本领很多啊。招标哈，招标定是一定是会不会有结语啦？安尼讲较紧啦。可是我告诉你哦，不要占那冻结10%的话，就标语就不折标了。啊，可是如果像我们所有预算都年初都不能动，那动5%啦。麦克风不敢动，我觉得是因为最主要我们的问题是一定要彻底解决。问题要解决，这个书面报告很重要。你莫跟我开玩笑哦，我绝对因为市议员委员一作根基，这我们要的是成效。那冻结5%用结语来讲1.5%，那也就是没有到让你们为难了嘛哈。但是我们要看成效，好不好？5%。确定一下你会不会为难？包委员，其实哈，我怕可以同意。106年，1,000万已经比今年还少100万了啦。今年要比去，我告诉你，他有通天的本领啦，他100万不算什么啦。好了。哎呀，我跟你讲，你们要上网招标，记得跟市议方委员讲一下，让更多的厂商都进来就好了啦。好了，5%就动5%。先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啦，还有问题？有问题也不行。有问题，我后面再继续坚持啊。好了，不要了。好了，5%应该。5%了哈，动5%后了。那请问各位委员，其他案子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368到392就除了373，好、哦，这个动5%提书面报告，其他照原列数通过。只有373哦，嗯，我们讲的好像不太一样呢。哦，不你讲一下。只有373动5%，1,000万的5%。哎、嗯、呀，阿桃有不讲呢？对啊。好，这个气候变迁下大规模崩塌缓解灾计划是新生的计划哈，新增的对，主要是针对说，98年的时候那个高雄的小林村发生灭村事件之后呢，那么中央地质调查所做整个全部调查，台湾有多少个大规模崩塌的潜势的地方？那么他调查了106个，我们水保局调查153个，加起来这些需要做没有重复的吗？没有重复的吗？没有，这完全没有重复的。106跟153加起来没有重复，都新增的。那这些大规模崩塌，我们后续还要做一些基础上的研究跟盘点，希望说能后续能够做一个一系列的这个防减灾的体系的建立，像土石流这样的能够做黄红色警戒的这样的处理哈。所以这个对我们那个这个山坡地的大规模崩塌的防减灾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是不是请各委员一定要支持？嘿。来，委员，这个哈、哦，来，我讲，这个我们一定支持，但是我一定个特别来要求一人，发包处理了后，恁的钢钢的品质一定要做好啦，哦，无理由嘛。当然，现在我们很多的哈气候变迁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基础工程做好，当然就可以预防。我们所以给你们这个钱就要做这个嘛，对不对？啊、哦，不，黑、那、雷、個，不是那个这七亿多里面哈，七亿不能不能。那个4亿多是那个委托委办啦，那其他有一部分是工程。为什么委办的比例会占到60%？我刚刚说明就是说、啊、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说全世界对大规模崩塌处在起步当中，包括日本这么进步，跟我们一样同时起步。那我们跟大，所以谁会？难道研究单位就会做吗？你们有实质的经验啊？为什么都要委办？我们现在还对，我们现在除了日本以外，我们跟意大利也合作，然后跟奥地利也合作，就是说把他们最近先进的那研究成果跟我们来做对比，然后建立一套完整的机制。不要相信他的话，他那个绑标一直在绑标，然后所有的水土保持出了灾害，从来没有一个官员被惩戒，这就让他评比绑标而已。好。那请问一下各位委员，那我们要来施一方委员，那个403这个部分哦，因为这个部分的那个就是那个所谓那个就是集水之山影响评估，对对对，影响评估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水利署也有在做的，中心也做完了，他还在继续在编，他做的水利工程也不会比水利署还要厉害啊，啊又变累了，大甲溪的部分，请说，跟委报告哈，这个。水利署做的大甲溪流域是做它做河川，我们做的是上游的野溪，这两个跟不太一样的距的那个方法那个、啊、因为本来河川管理上中下游有不同的单位管理，对，这个是现状，对，你可以说不好，但是是现状。是，我建议就是你计划拿出来看呢、啊，
不要在这里讲了。好啦好啦，我建议仿效399案阿丁大哥讲的啦，冻结十分之一，跟本院提出专案报告，实得动之。可以吗？专案还是书面？书面可以。专案啦，讲一下啦。问阿公大哥的意见啦，399。我可以整个那个规划报告都给大家看啦，好不好？不是啊，你们是不是把你们想要书面提书面报告过来，好不好？报告主席，是委员，因为刚刚主席讲的那个案子哈，我来不及反应哈。另外还有一个389案哈，那个389案是那个公共设施费，那个是他的私房钱，你知道吗？他那个比例啊，工程的比例乱编，哪有一个是2.45% 的那个部分，他全部都乱编。然后跟他讲说你到底哪一个工程占了多少费用，我跟他要资料都要不到，他只有给我一个项目而已，几个项目大工程项目，他那个比如说他几十亿加起来，我叫他说第一个项目是多少，第二个项目是多少，他编不出来，那就很奇怪了，而且拿到本席的那个办公室来。那个司议员这样啦哈，那个校史写一下那个主决议，跟那个司议员他要的是什么，做主决议做处理。司委员啊，他这个是通案的吧？是司议员讲的是389，这个通案是389，这个是工程的那个费用的比例的部分。是那个报告委员哈，那个2.45%那个是依照工程管理会的自用要点所占编的。你每一个工程你都列不出来项目名那个金额，你怎么会定出那个比例出来呢？我要跟你要项目要金额，你要不到啊？关要点里面直接就这样写的嘛，规定的工程的委员会，对啦，嘿，这是我们的政府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机构。对，说那个工程都有个比例。我跟各位委员报告，他连那个比如说20亿怎么加出来的，他都没有办法给我细项，从细项就可以分辨出他的比例多少，他根本就是乱编。好了，那就我跟你讲，施委员他一直对这个有意，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资讯要提供，你资讯不提供哈、啊，我们做主决议，然后没有冤枉他啦，能提出来嘛，好不好？有没有问题？没有吧？用主决议来处理啦，什么问题？用主决议来处理。因为坦白讲，我说真的，我们自三房大家都是宽裂，是都不砍你的，可是你的东西如果不透明。横生弊端的话，大家会有疑虑。是，我的了解是。你应该把已经既定要做的列给委员看，还有一些是因为你台风或者紧急状况要用的，你要框列一点。你可能这个东西委员有点意见呐、啊。因为看一下这个主决议啦哈，啊，写一写看多久时间提供，一个月那之间要提供出来嘛，应该没有困难吧？没有问题吧？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没有嘛，哈，好不好？书面，到时候书面，那个，那我们就389案那个部分哈，我们就请那个提书面照列，那但是水保局要提出书面的报告。是，下次主决议下后哈，好，那就我们用主决议另外增案处理哈，增案处理。啊，那我们刚刚提到就还是处理原则，我再宣示一遍，以方便记录哈，368到392的部分，我们除了373动5%提书面报告之外，其他照原列数。现在处理393到404的部分，其余2600万。然后，请问各位委员要做怎么处理？不是要动393到404。不了，还是为我们真的是台湾下一代的那个大规模崩塌的处理。要讲那么好听的、啊，刚刚。司委员提403案要动10%，提书面报告403案。来，各位委员表示意见。会是，嘛就是用399用阿中的版本啦。委员，你咧动哪会拢动个一出来安尼？好不好？7亿这种7亿动十分之一啦。是7亿还是1000万？7亿2600万这个399案呐、啊，不是有阿中的版本啦。399案，不是我跟委员报告。这是委办案子，我们已经把那个路径图都做好了，哪一个工作先做，哪一个后做。如果是前面懂的啊，表龙不用懂啊。所以这个拜托一下，真的拜托卖支持了。我那个主席哈，动少一点还是主席来，请说。水土保持哈，水土保持的案子的话，是今年累月都要做了啊。他们也不可能说像水利署在执行的话，是有一些类似应急工程，水土保持是不赶快哦。啊，水土保持起来，它是非常的细工，然后慢活，好、哦，所以我觉得我们预算的话，真的，那改给我们自己要斟酌，要细细思量。这个我赞成苏志芬苏委员的说法了哈。那什么敢减嘛？主席啊，咱今仔规工拢无省到半毛钱呢。我来阿伯省会当省啦，但是省重点啦。你看点，你看点，爱振作一点哦。好，
好，那个局长，你刚刚都有听到哈，我们苏志芬委员、还有王委员他们，还有市议方，我们希望的就是说具体的一个做好，一定要做行政公款哈，啊，不要让人家去诟病。那好，那我们就维持原列数了，好不好？是，谢谢。好，是来，我们这一幕不第三幕的第二分项，蜥蜴2600万元。除了然后都没有做造原列数哈，那哪边要提书面报告？是，没有没有，就是那个403案的部分，你那个防沙设施影响评估这个部分的评估，这个部分你们的计划要提书面报告给本会委员以及市议方委员。是，好，主席，这个案子有没有冻结？这个案子要不要动？请说明。要冻结上十分之一至少。不是，我是担心这样子了哈。好，尊重你的意见。你提的书面报告跟我们提的冻结，基本上来讲，我们都是要给业务单位一个警惕啦。哎，易方，我们最主要是给人一个警惕。啊，不，你个冻结掉，提的书面报告，那么是要干了，那么还是要解冻啊。啊，但是我是惊讲的，水保局因的业务吼，因为招标案会比较多，因的标案啦，所以我们现在是担心说，你标案你个冻结，伊那袂当标，你那应用的阿标。种人的工作啊，办了发现三块问题，还是要怪谁是谁呢？这个我报告一下，他这些都是业务的委办费用，他不是在工程费方面的。工程的，比如说像燕巢的那个夫妻啊，跟小孩子死掉啊，或者是红叶村啊，这些整治啊，都是死的人，没有人负责嘛，这个都他们嘛。那他这些都是文章写文章的费用呢，不是做工程的费用哎，写文章的用做来呢，不是。那这太烂了啊！一大五块还是烂的一大五？局长就任多久？快两年，快两年了、哦。对，哦、好了，那你三那个403案要怎么处理？各位委员，告知。我提案委员，是一方未完一起，或许他是有感而发。我要讲实在话，就是说这个是爱之深呐、啊，哈。那我们希望说，真的水保局的一些工程的发包料比来更多的慷慨，所以我常在讲的。哦，这个冻结要不要冻结？哦，因为我伫睁开咧看，啊个哪个讲到半天，我都伫遐存一只路恁建个咧，让十几人站在做，哦，这种我都要去注意。所以我是要不要做冻结啦？啊，中立403，你撤案啦，干么二分之一是不干么子？好啦好啦，无甲阿江支持者啦。免啦，这你莫支持我，不要紧啦，造原列数啦。哦，啊，但是我讲过啊，恁吼，恁真正爱好爱检讨家己迄个工程的施作方面啦，啊，好不？要不要冻结5%？不用了，照原列数了。哎、欸，你们怎么样？啊、我不叫蔡兰滚，我照原列数哈。告诉你们，良心要拿出来。那所以说，我们393案到404案都通通照原列数。好。然后405案。黄伟哲，你也不接。到408案。我没提案。405到408好。第三幕的第三项，第三分项。从化区外农水路是，农路农路好了，这里我改支持张立善的。这个、啊、报告冻结啊，还没赶快，有1000万，我你给他说好吧，还没赶快。是报告委员哈，这样来请说明。是那个我们这个水保局所列管的编号农路大概有8000多公里了哈，如果再加上地方。的话大概累计有大概接近3000公里，13000公里。那么我们之前用特别预算或其他方式来支援的部分呢、啊，目前只改善了2500公里，后续还有大概是10000公里还要改善的哈。那地方都非常需要这笔钱，好，但是我们一起变的机会都蛮少的，嘿。就我了解了，今天哈，我这个哈，就我有哪支持，但我底下我要甲注意讲嘛，苏正清，我先讲好不好？注意，我拢支持，我要甲注意拜托。注意，你拢清楚，咱的农路实在是足济，还阁无点啊改，吼，包含进前咱都讲过一遍。我是觉得未来的农路经费啦，吼，这拢总增加委员较济哦，一定想办法要增列。尤其特别照顾王惠美委哈。建议。不，这部分等下要增列啦。来，你要麦克风啊，主委，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麦克风吗？不是，不是。哎，过去我们在林前院长的当财政部长的时候，对。他就认为这个经费是地方应当要施作的，所以因为他不知道地方的辛苦啊。那后来呢，才还把那种一般补助款呢、啊，对吧？他把那个统筹分配，像是这个写列入统筹分配款啊。编进去之后，我们地方上批评到也看不起，所以要求还是去
到九亿两千万，我跟你讲还是不足，还是不足。所以这个主决议哈，一定永远不足的啦，要宽更加宽烈了。是这个主决议，咱希望咱呢，来委员会下次该要求行政院一定一定永远不足，为什么？因为它本来是农路嘛，本来它的设计只是要给那个农用的车子用嘛。可是我们现在货车、卡车什么都在上面用，怎么会有用有够用？对，所以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啊。换寡又换不均，又换执行不力的。是执行是不会不利息不够银行用没有啦，是我们没有在管制这些道路的使用啦。对了，农路嘛，无在调热啦。坦白讲哈，尽量啦，尽量。农路宽度。它能够承载多少量？多少吨？都有固定的啦。五吨，但是么的因为你一旦拖宽道路大一点，大概拖拉机就来啊啦。啊，问题是我们设计不是一般道路用，你知道吗？本来你行运货车啦，今麦行货柜车啦，今麦货运车拢。所以你施工下去，大概两年之内，大概就又差不多了啦。所以你设计不要设计那个嘛。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哈，所以我们现在。今年开始，我们把那熔炉的设计标准提升了，我们要跟日本一样，什么意思？较高，也比较高。啊，不是啦，不是。另外，我再问一下，你们现在的柏油，我觉得不像以前，是不是油脂放的少啊？好像在皲裂、龟裂的速度很快啊。含油量没有改变，都一样。所以我觉得是品质有没有问题啊？基础弄高了，弄厚了，对，而且一弄厚了，等于你的长度又变短了。不会啊。长度还是原来长度，只是那标准提高了。对啊，你等于你的长度又变短了啊。对对对，你的规划农路到底要行走什么车的？好了，我们就照原列数了哈。啊，我们要求哈，你干嘛要做屏东关联的啦？不啦，动两亿。不，人伊是讲，人你听我讲的，人动两亿，伊干嘛讲要做屏东关？我来讲，人做委员，人做主委是屏东关啦。干呐，这钱做一个屏东关都无够，所以以后我做一个，不是啦。所以齁，这主决议齁叫我下来啊，明年齁，主决议等下提过来，提高了齁，好不好？好，就照原列数。那我们是不是405到408从化区外紧急农路设施改善？我们依照这个原列数，好，通过。那409，主席还在请主委跟局长。那主决议我们会另提主决议，这个预算还是不够啦，是能够再积极去争取，把这额度。会。主决议直接练了哈。是，好，努力好。然后409案交通及运输设施600000，邱志伟委员提减列600000，请说明。这个部分我说明一下，就是说有关于那个购车的部分哈，购车的部分。购车。对对对对，购车的那个编列的那个。要买公务车。对，那另外就是说重化的那个，我这个提案里面有写到嘛哈，就是说101年他有买了7辆，结果在102年登录了4辆哈，4辆。那整个那另外3辆呢？那另外就是说他不特定的那个厢型的那个小客车啊，公务车啊。原先编列的就是116万，当年哈，那也集一个80万的。那结果他原先的编列是194跟115啦，结果发报出去是116跟80啦，他跟年预算的数目差很多啦。那另外就是说他在105年哦，禁用了8个非典型的那个驾驶人员啦，所以有因人设事的问题啦。哦，来水保局说明。是，施委员讲的方的东西很明确哦。是，我了解哈。是，报告委员哈，就这个我们今年是编的，明年编的小货车就要汰换一部了哈。那么刚刚委员所提的101年有7部，这个部分我说明一下，就是说101年编列7部，那是这个农村再生基金供应的，在支应的了哈。那102年编列也是7辆，其中是4辆才是我们的公务预算支应，3辆是农村再生基金供应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公务预算里面是登录4辆，就是因为只4辆是用公务预算。公务预算。所以主席，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很坚持？你看农村再生的东西都在买车子啊，不是。所以我要说你们都预算都在护预算的，你看人民的纳税钱放到哪里去了？那农债的部分，你现在说明是是那个基金买，就是你的说明是因为是公务预算购置的，所以才能登录在上面。公务预算的，那非公务预算购置的，农村基金那边的那会登录在农村基金。对 对, 對，不在这边。农债基金，它管理不同了。然后施委员这样说明，还有驾驶的部分，因人设施。驾驶的部分因人设施的。驾驶的部分就是依照我们的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驾驶人员那个部分的，我们并没有增加了，没有增加技工工友员额，没有，那除了减列而已，没有增加。他就很会解释的，他解释的连业务会他都解释的很好，把你解释成工程会啊，他都很会解释，很会说谎啊。来，这个我们那个那个邱志伟委员，你的提案怎么样？要处理了？不了，现在再说明一下这个。市委比较关心这部分，不要那该审了。对，基本上市委质疑说你买了七辆，为什么只登录四辆嘛？哈，哦，我说你说买了七辆是有四辆是用公务预算买的，所以登录在公务预算这一部分；另外三辆是用融资基金买的，所以放在基金那边，所以这边看不到，是这样子。也标准写了，你们编列标准都一样，都是就像主计总处的那个标准去买的。主计总处标准写完是。它一部，它有非常多不同的车辆，有不同的价钱。买几千 CC？ 你再买几千 CC？ 依照共同供应契约那个采购那边来的啦，那个共同供应契约，三千 CC 啊？哎，采购契约主决议的，共同采购契约。对，那个，嘿嘞，我是无意见啦，嘿。好了，照例，好了，好了，那我们就你。那个曹主委跟你说明一下了哈，那我们这个部分是不是照原列数通过哈？我们就来接下来处理主决议。主决议啊三啊对不起啊，因为我们后面的刚刚已经有冻结了哈，所以我们335到351预算照原列数这个是通案的哈，然后。主决议的部分，那个主席可不可以再讲一下？主席，我可不可以讲一下？啊，请。那个343哦，请看一下。因为对不起，因为你刚才太快了，所以我没办法反应啊。啊，我被嫌太慢，你又说我太快。343哦，343它总共列了79000万，这个部分它每一年都切了大概100标，100个案子，然后每一个案子800万平均，那这个都是写文章的而已，立他绑标。很多案子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那是委办费，对，这是委办费，这不是工程费用，不是工程费哦，所以一定要砍它。不，报告委员哈，就是说7亿9200，这个是在增加了大规模，大增加了4.65亿啦，所以其他公预算原来以前都只有3亿多啦，3亿多是委办的啦。嗯，哎，那今年因为特别有增加了一个大规模，这个新增计划才增加4.65亿研究案。我刚刚讲4.65亿那个是一个。跟先进国家并驾齐驱，最有大规模的房地产的新的增值计划，所以它一定是委办，要去防止那个小林村类似的事情再发生了。对了，没了。对，所以、啊、可是研究费还是工程费？刚刚市议委员说，这个是委办费，不是工程费。工程费是委托人家研究吗？委托研究、调查、规划啊，包括那个整个的这个包括土石流的事情。包括我们大规模崩塌的事情，嘿，那你原先的那个3亿多，3亿多，原先3亿多有没有切成每个案800万？不是800万，我们是依照每个案子事实需要的部分去抓大，那不是切这样子的。那每个题目都不一样、啊。刚委员有提出题目都不一样。我跟主席报告一下，比如说他从100101年花报一个叫教育训练的案子给逢甲大学，光写书可以就650万，在102年又同样的项目，同样的项目内容只是把它改成102年。这样他又花报给他500多万，不是？那103年也一样，又是这个项目，又花报给他670几万，跟他瞎切的当然了，都无做工程啦。不啦，不是啦，报告委员哈，我这里都有证据，不是不是。对了，你都在这里说谎哎、那个。那个是我们的防灾专员，你还有很多，等一下你还有很多，你有一本整本那么多，整本，所以这个是业务会，这个不是工程会，工程会会有人命的问题，会有安全的问题。他做了这么多年，从100年，我只查100年到105年。如果我再往前面查，更恐怖啊！你光是业务研究就可以花那么多哈。来，逢甲大学从100年到104年、105年拿了6亿了。不是，来你说，是拿了6亿，有没有什么实际的？那个，这个刚刚委员所提的说逢甲大学或是什么中兴大学这个部分，因为它是我们这个这个他们有很多防灾中心，他们有相关的一些工作，但是我们的工作都是公开，完全公开去招标采购，依照采购法来的，我们没有特别指定给那个任何一个人。嘿，好，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刚刚讲的那个101和102年教育训练那个部分，那个是针对我们的
防灾专员，我们防灾专员目前有2000多个，从一开始的时候，慢慢一个一个训练，然后他有一些是退伍，会退休退伍，然后我们再重新再招聘进来，所以是每一年一定要这个叫做这个重复的训练，但是人员是不一定是相同的，而且地点也不一定一样。所以看起来好像教育训练是同一个名称，但是事实上地点跟人员都不一样的。可是你们教他只是换照片呐、啊，换名称呐、啊，把101年改成102年呐、啊，换照片呐、啊，这样的话民脂民膏要600多万、700多万。对，是啊，你的讲话就是讲从100年到105年拢是。项目你一定要删他，不然他会越来越嚣张了，他的后台太硬了。拢是这几间在客的对啊，艺术系安尼嘛，对不对？好，我是针对这个，当然你们都说是公开招标了哈。那我比较纳闷的，那为什么其他的学术单位为什么没办法拿到了？好、哦，那施一方的委员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不是说这样就是有问题。那我也会纳闷说，为什么其他的行政那个学术机构无法都去跟红甲跟那个比？好了，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检讨这个了。这个我是就做这样了哈。我们还是看你们今年呐、啊。当然我会纳闷呐。您来，我建议您安尼，因为学术当中有足济啦。您去尽量鼓励其他人。我相信你们话是公平的。您去鼓励其他人好好来标，我唔相信无人。好、哦、啊要要，但是我们会针对这些案件去好好注意。然后你们发包完以后的结果，我们来做一个报告啦。好，报告主席，这个一定要处理，这个不处理，他会越来越嚣张了。不啊，我得按你讲，就是讲这个物件，就是讲你们要去看看啊。我们真的针对这个案子，因为我还是觉得没有理由说别的学术单位不在调查，那为什么都是他们？这个，所以我们就把话讲前头。好、哦、啊，我们来看你们今年怎麼做。我告诉报告主席，我再报告一点，这个就要牵涉到暗度计酬的费用。暗度计酬本来今年要删掉，因为你的速度太快了。暗度计酬的费用就是让他绑教授，绑他的理事，绑那一些协会的理事，绑那些评比人员。好，那个是委员官来讲啊，没有啦，委员，你有什么好的专家学者，你就提供进来他们的资料库。我不是要提供他，我要公平而已。对啦，对，让这个社会公平。我们针对这个案子，我们会来看你们今年的执行的成果啦。好，人家都提出来了，我还是话讲这边，就是说，不是说逢甲他们没有实力去做，只是我比较纳闷的，为什么其他的各大学这么好的都没有人会进来？这个难怪人家质疑嘛，所以我比较赞成施一方的说法，所以我们今年我没关系，委员，我们希望能找出毛病啊。等到我认为讲给你喝啉啦，我们来看执行成果是怎么样啦。阿你好唔好？我再报告一下，很多水保的大佬啊，水保局的大佬啊，退休以后也到逢甲去教书啦，所以连接起来，这是一个很网密的系统啊。这是一个非常网密的系统。委员，所以我得讲话，讲我赞成你讲话，但是我们就看今年你们怎么执行嘛。对不，卖金价红两丢盘啊！我们希望石委员讲的对啊，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公平嘛。我也不相信其他的各个学校没有那么没有人没有兴趣的啦。这个教育训练委办费金额是要照列哈。照列了啊，但是我们要看他们执行效果嘛。好，阿丁啊，你这个一定要删呐、啊，你343项一定要删呐、啊，一定要删呐、啊。你至少要删他1亿啦。删他1亿。他有7亿，快8亿啦。阿伯 g a m都是他的私房钱呐、啊，你这个一定要删他啦，这个不是工程的费用啊。好，那请问要处理了，我们要处理了。好，处理啊。赶快，那个施委员留下来。报告吼，今年吼最报告个检讨改进，如果说还是有问题，明年度再加倍删回来的。阿伯，干我吧，拜。加油，加油，加油！委员，我讲今天了，我持平而论哈，我们今年一定会重视你们这个案子，我们看你们怎么接。这委办费我们减500万，好吧？好不好？减我吧，好不好？OK， 好，减500万了，减我吧，好。343案减500万啊！不，搞定会再呗。OK。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已经有人检举他了，要送他去检掉了。这个司法要处理了。是。好。对，我知了，我知。主委，好，我们现在处理了。武汉搞啦，再来一两年，规个拢白起，武汉搞啦。把所以我们了解嘛，哈，所以这个案子你们主决议410案，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就其他造园列数，加上刚刚除了三百四十
三案减五百万，其他有该冻结的，我们刚刚都已经宣告过了哈。那刚因为刚处理到409案，刚回熊熊回去343，我们现在继续处理409案。刚刚是不是照原列数？好，照原列数。那410案主决议，水保局请说明。这个最后一行专案改成书面就好了。专案改书面，提出书面报告。是，好，那是不是各位委员是不是照修正意见通过？好，照修正意见通过。411案遵照办理说明，遵照办理。我们是不是照原提案通过？照原提案通过。412案水保局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就照原提案通过。413案。第三呢，说明是最后一行的部分的话是，最后文字改成建请行政院尽速核定，就好了。建请行政院尽速核定，是尽速加一个建请加一个尽速，对，尽速核定，是加一个建请。这里我们现在讲到413，对，就是最后一行那个要求水保局应待行政院核定后，那个建请行政院，就是你要讲清楚，最后面。提案要求水保局应待行政院核定后，这部分全部删除，只变成原提案建请行政院尽速核定，这样子。原提案建请行政院尽速核定，是。那、你这个本委员会，你要，我们是跟农委省农委会预算，我们要建请行政院，体力不合啊。计划是。这个没有意见的。是，那不然我们就要遵照办理它了。嗯，好。我们经济委员会不是要求行政院如何如何，是。我们是要求你们等行政院怎样后，是好，原提案建请水保局好不好？建请水保局，好，要求改建请了，好，好建请，好，其他没有改变哈。413案照修正意见通过，414案请说明。已经跟那个提案委员说，那个报告过了，过报过了哈，就最后文字然后做个修正，嘿。修正书面请拿过来哈，是主席台要等一下处理，是我们就照修正意见通过，415案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416案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417案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418案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419案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420案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421案请说明，是这个案子我们有修正哈，已经跟提案委员已经做一些，跟张委员说明过了，对，我们这个提案就拿给那个主席，那我们就请你把修正意见修正的书面提到主席台，是，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422案请说明，这边照案通过，什么？啊，不，遵照办理，对不起，遵照办理。遵照办理以后，我们就照案通过哈。sorry， 你来当主席好了。不是，423案请说明。是，很紧张啊。423案请说明。423案遵照办理。遵照办理以后，我们照案通过哈。424案请水保局说明。424案的部分有修正，已经 跟口委员说明过了哈。对，是。好，我们就照修正意见通过，请把修正意见拿到主席台。425案，425案有修正，也跟那个提案委员，跟口委员说明过了哈。是。那我们就照修正意见通过，请提到主席台来。426案请说明。426有修正，也跟孔委员说明过了。426案有修正，那我们请照修正意见通过，那请提到主席台来。427案请说明。427案已经修正，跟孔委员已经说明过了。跟提案委员说明过，请我们就照修正意见通过，请把那个书面提到主席台。428案请说明。428案也跟孔委这边说好了。428也说明过了，那请提书面的文字过来，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429案，429案也跟提案委孔委员说明过了。好，我们429案已经说明过了，那就请提书面的那个文字到主席台来，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4302案请说明。4302案也有修正，已经跟孔委员已经说明过了。4302案也跟主提案的孔委员说明过了哈，那你提书面的文字到主席台来，我们就照修正意见通过。是。那有两个主决议的，请说明。我们改主决议的，请宣读。
原389案改组决议，水土保持局关于水土保持发展的公共建设经费及设施费预算于106公编列335,592,000元，包含整体性自山防灾、气候变天下大规模崩塌防灾以及从化区外紧急农路联络设施改善等分计划。按内容说明是包含数件细项工程，因件数及金额未确定，原工程费按公共建设及设施费依中央政府各机关工程管理费之用要点占以2.45%结算。二、查行政院颁定有中央政府各机关工程管理费之用要点，其中第一及第二点明确规定，中央政府各机关工程管理费之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依本要点之规定，本要点所称工程管理费，指主办机关办理工程所需之各项费用管理，并据以编制工程管理费编列标准。三、水土保持局以件数及金额未确定为由，不仅未于预算书详列各项工程明细内容及预算金额，制定工程管理费数额以总金额之2.45%计算。原要求水保局应提出公共建设及设施费之编列说明及工程预算细目及比率来源，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黄伟哲等委员。405-408案改决议。龙水路为农民从事农业实际破需之项目，原要求明年度起，行政部门应宽列龙水路相关预算，包括从化区外农路部分，以促进农业发展。提案人黄伟哲等委员提案，报告完毕。那这两个提案，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喽。因为这是刚刚已经经过讨论过了，哦，那只是把那个预算案改成主决议。好，哦，好，我们就照原389案跟原405到408这些提案哈，哦，改变成两个主决议，这两个主决议我们就照案通过。好，我们接下来进行农事所的部分，我们进行换场休息2分钟。换场的部分了，啊，休息3分钟，啊，上厕所了，上厕所。
迄个新港迄，你有啥物看法？你有啥物支持？要做啊！啊，你要哪个前面哪冲出来啊？安尼安尼啊，哈。好啊，好啊。我都干那迄两个啊。啊，你有讲希望尔就对啦，哈。你有讲希望。我不要紧啊，再来处理啊。无啦，你有讲希望，你希望系我知诶。我准备爱。对啦，爱我知啦，啊，都讲啦，受理。你们可以，我跟你讲，你们两块钱吧。你觉得负责你的专业的对吧？过来的话，你就照他的意见。要。如果你觉得他哪里说什么合理，大家高兴的话，叫你们。好，继续开会了。已经休息三分钟，已经是八分钟了 啊。各位委员都跑光光，我们照预算，所有预算照原列数通过。第二本跟第三本。拍手拍手，没有啦没有啦，因为委员不在，主席做才是没有用。来，请找各位委员回来啊，要不然。开始了，谢谢张委员。我也感谢你啊。来，现在继续开始农业试验所。我们农业试验所的部分从431案开始哈，我们没有税入部分的提案，有税出部分的提案，其中431、432是通案，我们先放在一边，后面的提案如果有处理。也就是说有增删不是有删减或是有保留、哦、或是有冻结的部分，通案的部分不处理，如果后面的部分没有处理的话，我们来处理通案。那首先我们依照目次来处理，那从433案开始，第一目的部分，从433案到445，总共这几案，第一都是第一目，
委办费的部分，还有其他农业事业研究的部分。来，农事所请说明。好，那个主席各位委员、啊、那我是农业事业所长陈俊基，在这边说明、哦、那有关于从433到445，大概委员所提案的部分，大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委办费的部分。那委办费的部分，农事所今年有增加。那增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在行政院汇报办公室一直对农业的科技不是那么重视。那我们好不容易在哦，你批评了长官呢、啊？就是我们好不容易在今年度争取了一些额外的一些经费来支持农业的发展。那因为农业试验所最主要是系统性的一些研究，那我们改变了一些过去的一些方式。那除了这种研究以外，我们最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在机能性产品的开发，一个部分是在智慧农业的开发。那以机能性产品的开发为主，那我们试验单位最主要做的是跟农业研究有关的。那但是相对的，其他的有一些跟资讯有关的，然后跟有一些其他部分有关的，我们都是用委办的方式。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我们的研究效率能够提高，那以达到就是说，我们未来在生产面能够提高效率，在产品面能够提高品质，然后在整个经营面能够降低农业的风险。好，这是我想我们希望说，这个委办是必须的，希望我也能够支持。那第二个部分是劳务外包的部分。那劳务外包事实上，我们试验农业试验研究基本上在田间做的部分，那算起来，我们大概一个正式的研究人员大概有1.8个劳务外包来协助而已。那事实上，我们的田间调查不是一般的经营而已，还要做很多细项的调查，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必要的，也请委员来支持。好，谢谢所长说明。各位委员，针对433案到445案这13个案子，请说，请提意见来。那个，你的委办会是负责哪些部分？哪些部分给委办？委办费的部分大概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机能性产品的开发，433到445，然后一个部分是智慧农业的开发。那机能性产品的开发，我们试验单位是负责耕作，包括标准作业流程。但是这些产品，我们希望说能够有更好的一些功能的话。一些功效的确认跟它毒性的分析，那是我们农业研究单位人没办法做的，所以我们必须委办。这样串起来以后，未来的很多产品才能够除了新鲜的产品以外，更能够有价值的作用，这是我们委办的一个目的。那我请问一下，你的智慧农业跟水土保持局所做的智慧农业有没有有没有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农业方面的智慧农业，基本上，特别是现在很多青年农民，他们都是希望能够串接起来，变成一个联合经营。那这些串接都必须一些资通讯，还有物联网的部分。所以我们聚焦的是在农业的生产面的部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评估过你这些委办以后的效率如何？我们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大方案里面，我们会有专案的列管，然后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主题。然后每一年都会去做滚动的检讨。那我刚才强调的是说，农业试验所擅长的是系统性问题，所以我们试验单位做前端的生产的部分，然后后面的包括资通讯、包括资讯的部分是由后端的。那最后是一个串起来，一定会有一个示范场域，然后会让我们现在的青年农民来使用。好，那你这个单位好像比较没有幕僚哦，人家刚刚那个水跑后面站了一排，你这里好像都不太有幕僚。都你自己在应付哦。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们试验单位你都懂这样。没有，我们试验单位。好了，我问你，你这个科目去年多少钱？去年5000多万，那个。今年到1亿多呢，3000万。那我刚才说过了，就是我们今年特别向行政院汇报办公室那边争取了一笔预算，然后这些预算基本上是做系统性问题的解决。有没有很急迫性？是非常急迫的，因为我跟委员报告哈。好，那个啦。先动20%啦，叫他报告之后看要做什么再来啦，好不好？我今天还没给你拜托，来，这啥？太多啦，这上面。农事所。哦，农事所，智慧农业哈，今麦来想到智慧啦，看一下到智慧。这吼，搁甲文创同款，挂两字文创，啥物拢爱过。啊，今麦都挂一个智慧，啊，都逐行拢爱过。啊，但是唔知道你要做啥？我让你，我没有删你预算。再说一下，就是我们也很期待。没有，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智慧农业基本上我们过去是用传统的方式去重视它的栽培生产，
但是现在目前因为很多青年农民进到农业部门，因为缺工的严重，那另外本身很多小农需要串接起来，他需要很多智慧的物联网，包括他自动讯的部分。现在这个对那个年轻人加入农业有是有帮助的部分。对青年农民，他们现在年轻人对那种网络啦，哈，对那种三C的世界啦，哈。都已经很熟悉，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我本来都是简历，所以他们进来以后，他们进来以后确实对农业是一股新的力量啊，让他们发挥了，也才冻结了。阿丽娜来报告，我本来是简历，我现在可以冻，我姐姐在说我可以冻结。我知道，对啦，委员其实是要监督你们做好啦，做具体啦，好，我先，所以冻结一些啦。不是，我跟委员报告，和委员冻结要怎么？因为没有，因为我们刚才你准备供那个，不是，对不起，因为你是在连动10%你都不行吗？没有，等一下，不是，你冷静，冷静，先点名来，给你冻结10%，你会卡没无？那会卡没，就唔免阁讲啊。这个是有，哎，塞啦，有困难，连冻结10%就有困难。你们明年1月1号以后就全部发包完了。来听一个，没有，你本来去年才1000多，现在增加1000的预算还有问题啊。好啦，有困难，好啦，好。我想跟委员说明一下哈，我们的委办计划是同步在进行的。好，那每一个计划其实同时就要同步进行，因为它是串接是我们的研究单位。这个读书人我一看看伊安尼讲话，还佫会发抖吼，就知影袂白乌白讲的。他没有发抖，刚开始就批评行政院长官过去不重视行农业。无啦，这就是想老心这样呢，啊无甚物人敢批评长官。好啦，好啦，这个让他我们照原列数啊。好啦，好啦，好。433，我先知道你要做哪一些东西啦。来报告啦，你给我个书面的资料啦。好不好？你多了5000多万，我不问你，好像也很对不起我们的那个缴纳税金的人呢、欸。提书面报告了，但是照原列数，好不好？好。而且你们包山包海，后面还有什么国土计划也在你这边。哦，那不是包山包海是什么？好，那接下来446案，数位化农业发展、时空资讯云、落实智慧国土是计划。一般收费2681万。这个部分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这个部分是全部是土壤调查的部分。土壤调查、土壤部分，我们农业试验所全台湾的农地大概每250公尺平方哦，就会去做土壤的取样。那这个土壤的取样，它的一些养分资料，除了提供给我们农民施种管理的时候帮忙以外，也同时针对我们农地的一个土壤的污染。这是你们自己执行还委办？我们自己执行，但是调查的时候需要人家协助来调查，但是资料都会交到我们所里。2681案1000元，请处理。我们照原列数哈。那我们因为这边的预算都没有处理哈，都没有删减，我们回到431、432通案的部分，请问各位委员，通案要不要增？要不要删减？5%。同案冻结5%吗？431、432，业务费5亿7241万，你们的总预算呢？哈，减列200万呢？好，减列200万，好了，勉强接受了。你们是要总税出还是总数了？总数细目自行调整，科目自行调整，自行科目自行调整。好，减200万，科目自行调整。好，接下来关于农事所的主决议。那主决议的部分哈，我们希望能够在第一行那个，在应尽数研第二段哈，就是应尽数研拟推广行销补助办法，因为农业政府有试验单位哈，所以没办法做这个补助办法的订，所以在这个应尽前面加一个哈，请农委会，那这个部分也跟提案委员说明过了，加一个请建请农委会，对，建请农委会应尽数，哦，好，建请农委会，你看，主委，您农事所应该派康奎啊，建请农委会应尽数原理，好 ，OK， 我们依照这样修正意见通过，好，谢谢，好，接下来请林事所，林事所总额的业务费是。多少？2亿多。来，啊，税出部分448案是通案，然后到453案是个案，支援140，啊，计供122，
所以还现在已经剩下280几个人。本来的最高峰到多少人？到305。啊，咱的临时所那边不好。现在305到285，少了20个。是，所以配合人事行政总处的员额，我们明年还要再减1%。那你扣除什么人事正常费用？你业务费很少啊，200多人才2亿、啊。那你们做些什么？所以我不敢批评行政院。一年除了有人事开销之外，剩下你们在做些什么？报告委员，我们除了科技研究之外，我们管6个国家级职务。你那个麦克风没电了，你关掉换一个。关掉。对，我们有台北、福山、恒春、嘉义这几个植物园，还有云林的四虎海岸植物园。我讲着云林的。云林，迄个。你有意见无？紧讲。啊，因为。谢谢委员。谢谢。现在有规划吗？好，请问一下，冷大瓦规划在哪里？哪里？你说什么植物园规划在哪里？我们台北植物园、福山植物园、恒春热带植物园，还有嘉义树木园，还有那个皮子头植物园，以及云林的四虎海岸植物园，一共6个。好，把四虎的那个计划给我一下。好，因为那个云嘉南凤景区一直希望把它纳进去。好，我们林事所的部分从448到453，原则上就照列。好，是。那预算就照列了哈。那个主决议的部分454。四五四，我们请说明建议导数第二行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导数第几行？第二行。第二行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是，这个牵涉到5个试验所。好，那各位委员对于临时所的说明，这个修正意见有什么差吗？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有什么差吗？书面专案报告还是？他们来不行哦。没有，一共6个机关，我们是。希望说用书面报告比较完整。好了，你的跟邱议员讲好的。书面专案报告哈，加个书面的书面啊，专案的书面报告，改成书面报告了哈。是，我们就照修正意见通过。好，谢谢委员，谢谢。接下来水产试验所、水事所。我这买较少，恁是安怎？恁水产试验所哈，快挂了。水产试验所，台湾的养殖业这么重要哈，啊，恁水产试验所才2亿啊。莫怪啊呢，快挂了啦！那个老旧建筑啦，然后有一些，唉，讲得不好。好。挂侪人，啊，唔得个主角一个下者。啊。啊。唔得个主角一个下者，就行政院要宽列预算。不够重视水产。啊，咱都无法多做增加预算的决议啊。头多恁都讲下一个了啊。你要做主决议啊。对呀。你做我负责让他审啊。好啦。好，水事所从455案到的通案，跟456到461的个案，请问各位，还有到464，的第一目跟第二目，来我们综合处理，请各位表示意见。不过我自认为你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了。没了。哦，钱少有钱少的做法。因为咱的养殖渔业吼，过去的优势吼，现在中国啦、东南亚啦，拢甲咱偷偷去吼，咱愈来愈无优势的时阵，恁的责任就愈来愈大。啊，钱都你借啊，个结果所有的研究成果被我们偷偷去。研究成果拢被偷偷去啦，啊，所以恁拢爱吼加倍认真啦，好不？吼，这钱实在是太袂落去，都是互恁用，但是像拄仔王委员嘛是讲的，就是讲恁来做比以前搁较好啦，好不好？你们现在跟外面的那个交流啊，都透过什么方式在交流？跟民间业者的话，我们会透过育成中心，我们有在协助民间的这个农小企业的育成，然后在那个跟实际养殖业者的话，我们会透过技术移转。还有农民学院，然后我们还有各种辅导的。你们技转，你们有没有收费的那个税入呢？是，这个我们水产试验所在技转上面一直相当的努力哈。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了66件技转，总共的这个技转金有超过5000万，所以我们在这边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在努力做。是我们正在我们希望能够帮那个整个文革做一个整个大翻盘的转型，这在我们所讲的整个转型的
是是，我们真的是很希望。我是你们现在效果不彰嘛？我们正在用今年刚好用行，我们争取到行政院的这个旗舰计划的其中一部分。我会比较建议你们哦，因为你们这个都有一点在做研究性质哦。可是我看你们的预算始终都还是大概是一年比一年不如哦。是。那相对的，你很多的很优势的人力在那边。那你的一些相关的器材研究的东西，你到底有没有更新？还是不断的用过去老旧的东西？那你当然你们出来的东西跟现在还是会有一点落差哦。所以我希望能在这个部分，那么多丰厚的人力在那边，我们还是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充分去运用。多少研究人员？我们现在研究人员108位。啊，有没有被猎人头公司猎走的？猎人头公司多少？有吧？啊？不。是这样，我们是因为我们有在逐年检讨我们的约聘雇啦，要约聘雇的这就是他们，因为上次立法院有决议，我们的约聘雇要逐年的检讨。那我们检讨出来，我们就是离职的约聘雇大概都会到业界去工作这样子。嘿，正常的吗？我是说，譬如说被东南亚、被中国挖走的，这个倒没有，没有，对，我们都留在台湾。你们有没有竞业条款？旋转门好不好？有，这个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国内的业界，约聘雇就没有吧？对，现在对没有约聘雇没有，就是我们自己的同仁、啊。来，那个赵委员，我觉得，蔡委员，我觉得水产试验所是台湾的强项啦，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让他照案通过？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们预算，我是想预算也非常低啊，现在是要，好不好？就这样子，赵烈没问题，但是就是说，希望你们能够把真的再把该继续辅导我们这些养殖的渔民的技术，你们真的是要在那个啦，好不 好？谢谢。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啦。我请问一下啊，张委员，我们台西的水事所哈，它的功能啊，是不是能够真正满足所有渔民的需求？我们台西就是以这个贝类为主要的这个它的强项哈。那现在我们希望，因为现在台湾的贝类，我们希望能够结合一些这个新的科技，来慢慢的把它们引导到一个。因为就是因为早越来越久，它的整个鱼池的管理跟那个底池的变化，会那个最近的情况会比较不太好了。那我们希望能够再注入更多的这个研发能量，去提升他们的这些新的养殖的技术跟这个观念，这样子。是养殖的技术跟设备了哈，不要让我们这些渔民还要大老远跑到嘉义去。对不对？应该强化这边的功能啊，好，设备也要充实啊，好不好？是啊，是。鹿港水产试验所现在除了那个龚桂鱼还有什么呢？还有鳗鱼、吴锅鱼、鳗鱼跟鳗鱼的鳗鱼，那个三个都被斗啊，鳗鱼。对对，只是可是我们还是在持续在做它的这个。那你他现在一定要那个苗吗？你现在有什么方式？没有，现在还是用天然苗，所以可是我们研究了很久，还是研究不出来嘛。是，的确是，嘿，那鳗鱼的苗真的是一个相当那个。好，我们接下来水产试验所的部分哈，那就从455案到这个464案，我们是不是照原列数照列？那如果需要提出专案报告、专案书面报告的部分哈，那你请一委员要求提书面报告哈。好，那接下来处理。我的台西水事所要给我一个报告，了解一下他的状况，好不好 ？OK。好，一个台西的啊，刚刚是四湖的，好，林氏所是四湖的啊，水事所是台西的哈。来，主决议的部分，水事所465案，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就照原列原不照原案通过。466案，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就照原提案通过。好，现在换场畜产试验所。来，畜事所，请上座。好，我们处理畜事所的部分，税入的部分，467案。哎，总共几个？总共408,000元。有提案，好，啊，请说明。外面有几个？畜事所三个，请说明。啊，主席处理一下时间，我们中午继续开会哈。好，各位委员大家好，畜产试验所郑义信跟各位委员报告。畜产试验所我们的那个业务范围是有三个分所，四个种系繁殖场，一个澎湖工作站哈。那总共的这个研发经费2亿，
4025万9000元。那委员所提出来的这个是认为我们在104年度在整个计转金的这个收入方面有比较少。那跟委员报告，在105年，我们现在总共有计转的案件有累计27件，那新增的就有。你们计转的部分都自己审，还是有送到农委会，包括核价的部分来审？哎，都有送到。怎么计转的金额那么少，那么多件？新增的就是有8件，所以在今年度，我们比去年度的这个成长有31%哈。去年度是3102千元，那今年度是有4067千元，那我们会再继续努力的哈。好，那各位委员对于税入的部分请发言。增加50哦，好了，我们增加20了，已经今年都增加1000多了，怎么没办法？你那有法多就干了。跟委员报告税入的部分，那个是有关太阳能的设置的部分。太阳能设置我们是有2个单位已经卖电是不是？在，是跟台电我们有并联。对了，我知道了。对，好，我建议哈。啊，请说。有法多无啦？增加50，有法多无？因为现在有法多无？你讲啦。目前无法多。因为还没有设置新的那个设置，要在工作这边来做，还没有设置，期限还未定，所以今年没有那个设备。好，我增加10万了，增加20万。增加十万，我们是可以努力看看了。好。把没冲散啊，太快了。好了，照例了。好，照原列数哈，税入的部分照原列数。谢谢委员支持。好，税出的部分468到472是那个第一目，那473到474是第二目，我们是不是第一目、第二目综合考量？好，来，请说明。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刚刚也是相同的这个理由，那里面牵涉到一个是畜牧科学研究室总所的部分，那畜牧技术研究室分场所的这个部分，主要是有关劳务人员跟保全的这些费用为主体。哦，这是跟各位委员报告。那委办会的部分，因为今年我们比较特殊，我们的总压是算在全世界非常先进的。那有关总压一些基因体的比较高深的这个设备跟技术呢，台大中兴大学这边他们有比较好的这个设备，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跟他们一起来合作，那所以有编的这个委办会在这里边。以上报告，谢谢。哎，那好了，好，我们这个部分就从468到474好的部分，我们的预算照列。接下来，家畜卫生试验所，谢谢。我们原则上处理完第二本的部分，也就是处理完那个特生中心之后，我们休息30分钟，吃便当。475到485的部分，这是家畜卫生试验所，包括第八目。第八项的部分的第一目、第二目的部分，我们综合处理。来，请说明。是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哈。那家畜卫生试验所这里面的列的所谓的业务费跟那个一般的行政工作，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维持，应该叫做这个维护生命所需要的，因为我们都没办，都是自己维持实验室需要的啦。你都没委办？没，我们所有业务其实除了就是说，当然叫试验所，其实当然有研发工作，可是其实更重要的是国内的一些诊断，包括禽流感、狂犬病、口蹄疫的这些疾病诊断。那我想我们的同仁其实真的是非常努力，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当然是试验场所里面的水电费，因为委员有特别提出来关切这一项，我就特别说明一下。因为那个负压实验室是我们人下班，可是那个负压是不能停的，所以水电费必须去维持它，就是它正常运作。然后另外在技工工友的部分，因为其实今年的部分有
明年有两位要退休，所以这个部分是有增加一点点钱，那是因为他的退职金，所以看起来项目是有比今年多了一点点，可是其实是因为也是必要的。那至于委员也有关切一些国内旅费的部分，因为我想委员也非常清楚，在国内的动物防疫的部分其实也是必须到现场去做辅导，所以也是麻烦委员多支持，谢谢。所以你总数的是一亿多，嘿啦，不止啦，啊，但都是维持我们生命所需要的，完全没有委办费，没关不，嘿，拢家己的维持费用。那看委员有没有什么叮咛，要不然就照例。我就有一个请教，就是说我们知道家畜，所以养鸡蛋也是你们管的嘛，对不对？跟病有关的，对对对，哦，跟病有关的，所以养你们不管，那发生，OK OK， 好，那不待机，好，我们就加速试验卫生试验所，好，我们就照预算就照列，好，来，接下来请药毒所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主席、各位委员好，药物毒实验所所长费文琪好。那药毒所在科技计划的这个部分，等一下，你们出来，我们486案到490案是税出的第九项部分，第九项的通案部分，491到497是这个第一幕的部分，498是第二幕的部分，499是第三幕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征得委员同意把所有的税出部分，因为案子不是很多，我们通盘考量，好不好？好，我们继续处理。好，那个第一幕的部分是科技计划的部分哈。那我们所人很少，工作压力又很重哈。人多少？工作压力多重？我们人是研究人员只有62个，好，那个技术员只有44个。那我们的工作是要支援，要除了做一些这个药物残留安全的评估、动物的人畜的评估，还有环境的一些监测以外，我们还要做一些安全资材的研发，还有一些辅导农民病虫害的防治。那我们今年106年又少了1000多万哈。啊，比去年比去年少了1000多万。比今年。比105年少了1000多万，今年就105年了。对啊，嘿，就是明年比今年少1000多万。对，少1000多万啊，所以我们这里面还有包括，主要是少在哪里？少在人事费，还是少在业务费，还是少在科技研究经费？科技研究经费，科研经费啊，对，科研经费，嘿，少了1000多万。那因为毒物的研究跟管理呀、什么的，对呀、农债的钱可不可以拿过来？因为我觉得那个农业好啊。对啊，那我们在工作上除了把那个刚刚那个9亿7000万那个水保的业务费挪过来，挪个2000万过来，你不是更好？请诸位裁示，很多地方可以挪啊。嗯，好啦，那个真的明年既然已经这么少了，请问征得委员同意哈？我们是不是那个？所以你总预算安尼定义偌济？单位预算总税出？总税出是106年是3亿3000万，那去年是3亿3770好啦，多万。照例啦，好，恁用啦。好。但是这这么重要的工课吼，恁都想办法去用钱啦。是，我们都用恁的技术去赚钱，是吧？是我们有收支对列，就是那个木是第三的那个部分，是赚钱的部分。嘿，好。我们是不是征得委员同意我们？药毒所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的经费，我们是不是照列？我建议照列，但是针对现在的农药的使用，我觉得它需要做一些比较严谨的管理，或者是一些生物防治。请针对农药的毒性以及这个农药的使用，好，请提一个书面报告，书面报告给本会各委员，好不好？好，我们就用口头，你要提，要不然我院会还是碰到你哦。好，好，好，接下来我们处理特生中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其中税入的部分，第500案，税出的部分501到504。我们先处理税入的部分，税入197万，对不起，等一下我们先处理税入，税入197万，那邱有委员提议。增列为203万，增列了65000块，203万5000元，请说明，方所长。那个特生中心税入的部分，就是我们解说教育馆，事实上是有收费的，就在集集那边有收费，在集集那边有也对各中小学及这个其他做生态保育教育，对，那基本上是我们的收入。
大概比较难达到，不过委员既然要增加65000块，我们就尽量努力，所以照例这样子。好，什么就照，我们就照这个案子通过哈，那个我们就第500案就增加65000元，增列为23万5000元。好，税数的部分从501案到510案哈。征得委员同意，因为这部分包括第10项哈的通案，以及第10项第1目、第10项第2目、第10项第3目，总共我们这边总共才十案哈，是不是可以通盘处理哈？来，请说明，所长。那个基本上是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105年的预算是3亿800多万，那106年我们只剩下2亿6000多万，哈，少了4000多万。嗯，那我们的研究部分原来是7100万，现在大概只剩5500万，所以少了。所以你们总共少4000万，但是研究部分少了2000万，差不多1500多万。1500多万。那基本这个是因为特有生物研究的保育中心比较特别，因为我们的同事。有63个研究人员，大概有23个是博士。那我们的基础是我们做分类做调查是很强的。我们大概是这样子哈，在做全台湾的各类生物的调查。那我们自己也有4个站，我们中高低还有湿地站。那我们有2个馆，一个是积极的解说教育馆，那个湿地站有个黑面琵鹭保育教育馆。所以我们整个的人的维运在这边，所以有委员建议说，我们好像请了太多那个约屁股外包约用的人。事实上，我们大概已经减了，因为钱不够，我们所以去年比今年我们还是人也人是在减。明年比今年呢、啊？对，明年比今年少，我们人数都在减，然后大部分的费用都减。那黄委员有关心那次去七股的时候，我们唯一有增加的是业务费有增加，是因为我要修七股的那个教育馆。可是那个锈蚀的部分，对，前主委再多编了修缮的费用500万，所以我们的业务费才会有增加的。谢谢。好，那请问各位委员，对于特生中心，的税出的部分，通案含这个个案的部分，请问有没有？已经有好几个提案，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加一个，哦，主决议加一个主决议哈。那其他部分是不是？哎，蔡培慧委员，没有，照案通过。我们是不是可以照原列数？好，那照原列数，那等一下有一个主决议，我们一并处理。我们先休息30分钟用餐，接下来处理茶叶改良场的部分，处理第3本。来。但是我一天管碧玲，管碧玲，不管什么，来的是你哈，我最近。
Thank you.
待会先吃饭。